好，各位与会的，不管是我们的部门，还有公部门，或者是专家团体，或者是地方上来的校长们、主任们以及专家学者们，大家早安。好。今天大家非常的辛苦哈，应该也算是创历史。我相信今天的与会的所有人的发言，或者是我们在这里所做的事情，对原住民族未来会是一个非常大的里程碑。好，根据宪法征修条文第十条的规定，政府是应该要依照原住民的民族意愿，并且保障原住民的民族教育权，以发展原住民的民族教育文化。联合国大会也通过《原住民族权利宣言》的第十四条，它有明确的说，原住民族有权建立和掌管他们的教育体系以及机构，用自己的语言还有适应其他的文化的教学方法提供教育。因此，为了要落实蔡英文总统推动原住民族教育政策以及建制原住民族学校的愿景，我们特别制定《原住民族学校法》。那么今天呢，我们就特别要针对这个《原住民族学校法》，我们来召开公听会，然后呢，我们听大家的意见、想法。收集各方的意见，我们来共同规划原住民学校的办理的方向。所以呢，在今天我们可能会听到非常多具体，现在已经有因为实验三法的通过，而在原乡地区已经成立的一些实验学校。那么我想呢，在这里呢，一定有非常多的贵宾朋友 有碰到实际上的困境，或者是未来有非常多的理念想法，我们应该如何的遵循哈。那现在我先介绍一下今天的与会的部会。我们首先介绍教育部的常务次长林腾蛟次长，谢谢。继续介绍教育部综合规划司的司长黄文林司长，谢谢。继续介绍国家教育研究院原住民族教育研究中心的主任蔡志伟主任。我们再来介绍原住民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钟新华，谢谢。原住民族委员会处长刘伟哲处长。好，未来学校法可能我们会有一些其他的部会会有相关的哈，我介绍一下全序部专门委员陈桂春，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主编人力处的专门委员吴迪文，以及行政院主计总处公务预算处的检任视察翁燕雪。谢谢，希望你们三位哦能够听听看，因为其实呢有非常多如果没有实际在原住民部落跟我们的族人接触，或者跟专家学者接触的人，对于原住民的学校法的确是没有什么概念哈。但是未来这三个部会其实是也是一个关键，所以我们希望你们今天出席呢，不仅仅只是出席，希望你们把你们的心打开，把你们的耳朵也打开，然后能够了解我们的明白啊，谢谢。好，继续我来介绍一下长期以来啊非常关心原住民族教育，虽然不是我们的族人，但是我们特别谢谢他在原住民族教育法里面的修订，他真的是出很大的力。我们来欢迎钟嘉宾委员。继续介绍也是我们台湾族的，也是在第一线曾经做过校长的，也是推动我们实验小学的那个吴丽华，我们的委员。好，继续我来介绍一下今天出席的与会哈。那民进党团有推荐几位学者，国民党团也有推荐学者，然后呢，主席周围我呢也推荐了几位，所以呢，我来介绍一下。这些都有出席了吗？有写数字。哦，好，有一些人可能没有出席哈，应该还没到。那我就先针对今天已经登记发言的、已经出席的来介绍一下。先介绍屏东县原住民族课程发展中心陈美玲主任。继续介绍新竹市议会林慈爱议员。介绍花莲县丰滨国小林碧霞校长。国立东华大学民族事务与发展学系的陈张培伦教授，非常辛苦，谢谢你。只要是有关原住民教育问题，到哪里都看得到他的身影哈，辛苦了。继续介绍台中市博马国小比利校长。
再介绍高雄市斑兰花部落中小学的阿浪校长。阿浪校长是第一个已经要跨到高中去的校长了哈，非常谢谢他。宜兰县大同乡大同国中的胡文聪校长。国立台东东华幼儿教育学系陈淑芳系主任。谢谢。国立台东大学幼儿教育学系的简欣盈教授。好，好像我们阿美族的那个也来了哈，抱歉哈，我应该是，对对对，等一下，好，谢谢。对，因为我们一直以来在很多的那个实验学校里面，我们也抱歉，我忘记你的名字了哈。啊，对，中文官喜富校长哈，好，非常欢迎，谢谢。好，好，我们的公听会呢，希望呢今天是怀着非常严肃，但是呢也轻松，不希望太把所有的这个时间限定住哈。那待会呢，我们就给我们的专家学者们七分钟的时间，哈，然后在场的委员们呢，我们就让你们尽情发言了，好不好？因为目前来讲只有两位。好，在我们其他委员还有专家学者们还没有发言之前呢，招委我哈，其实在昨天在我的脸书上已经先跟大家宣布为什么要推动原住民族学校法，以及常年我在立法院这个18年来我的一些心情。好，我们先看一下一段短片好吗？那待会我招委我就不发言了，但是我就从我的短片里面来放，我们请助理，谢谢。大家好，我是高金素梅吉瓦斯阿利。台湾原住民族的历史是一部血泪斑斑被殖民的历史，在近代定国主义的殖民扩张的战争掠夺之下，台湾和全世界各地原住民族的命运都是痛苦的、灾难的和灭绝的，而殖民主义者就在这个原住民族的集体创伤之上建立了他们自我夸耀的文明。这种文明为了要扩大生产、独占利润，它必须要从知识、道德和情感上迫使一切民族屈服，让他们因为抵抗的挫败而抛弃自己原来有的民族思想。而这些民族在不想灭亡的苟延残喘之间，却痛苦地发现他们的民族已经在被迫同化的过程中走向了灭亡。从台湾原住民族血泪抗争的历史学习当中，我认识到要让台湾原住民族不被灭亡，必须要重建我们民族的思想，而这个攸关民族思想重建工程的核心就是原住民族语言、知识、哲学与情感的教育。这样的民族思想教育运动是无法寄生在现在的主流体制教育中去实现的。诚如联合国大会在2007年通过的《原住民族权利宣言》当中明白地提出过，原住民族有权建立和掌管他们的教育体系和机构，用自己的语言和适应他文化的教学方法提供教育。所以原住民族的下一代必须要用自己的语言创立自己的学校，培训自己的老师，编写自己的教材，制定自己的课程，透过自主自觉的觉悟的学习，让原住民的新兴学子们建立原住民族的集体思维，让我们在得到知识的同时也能够促进教育体制的改变。这是多年来我努力建构推动原住民族自主教育，以及现在要推动原住民族学校法的中心思想。蔡英文总统在2016年8月1号向台湾原住民族公开道歉，在2017年的3月又在总统府设立了原住民族历史正义与转型正义委员会，2019年他还承诺
要建立原住民族教育体制，维护教育文化的权利。但是现阶段有关原住民族历史、文化、语言和价值观的教育，在多元文化观点的影响之下，只能是教学中片段的呈现和点缀。我们为了要让学前教育到国民教育的原住民族孩子们能够获得更系统以及完整的民族教育，为了培育民族人才，原住民族学校的设立已经不能够再等下去了，只有立即要三读通过原住民族学校法，在原住民族委员会主导推动之下设立各级的原住民族学校。如此，原住民族教育法、原住民族语言发展法以及国家语言发展法才能够真正的落实。设立原住民族学校，建构原住民族全面完整的教育体系，并不是用来宣导官方的意识形态和政策，也不是用来传授所谓的客观中立的立场。我们是要建立民族的主体性，因为在现实社会中，原住民族都要面对各种议题公开或隐蔽的挑战。从最近蓝田火箭发射事件、卡达地部光电案，一直到原住民猎枪的除罪，原住民族始终都必须坚持土地集体所有、传统领域维护以及文化传承的原则，站在少数民族的立场和多数民族的体制较量。原住民族学校设立的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要让我们的孩子在历史和文化自主自觉的认识、学习和体会之中，锻炼民族的自信，深化民族的情感，维护民族的利益，让我们在学有所成之后呢，也能够贡献智慧和热情，丰富全人类多样化的知识体系。吉瓦斯真的非常期望我们的政府部门还有社会大众能够尊重理解并且支持原住民族学校法。麻烦西姆瓜了。好，非常谢谢。我不知道在现场的尤其是公部门的朋友们，你们有没有打开你们的耳朵，打开你们的心扉哈，听我的这一席话。不管是我认为的，或者是现在原住民族教育法我们已经修订的第一条、第十一条、第十三条、第二十条，或者是我们的国家语言发展法，或者是原住民族语言发展法，都非常的明确指出，更何况我们的总统蔡英文总统他也认为转型正义里面原住民族的教育其实是最重要的一块。所以呢，因此才会除了修改原住民族教育法之外，我们今天才会来推动原住民学校法，才能够真正落实不管是宪法、不管是联合国宣言、不管是原住民社会期待的这样子的一个法，终于在今天有个公共听会了哈。那么我想呢，待会呢每一位贵宾发言的时间是七分钟，在第六分钟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个铃声来提醒大家，七分钟结束的时候我们就结束哈。然后专家学者发言，我们先以签名的先后顺序为准，然后现场发言还有书面的资料，立法院会做成记录刊登公报，各位也可以再补充书面的资料给我们的议事人员。在场的立法委员如果有意见发表，我们也会在会议中进行穿插，然后我们以在场委员登记的顺序发言。委员如果要发言的话，麻烦到我们的这个主席台前面来登记。那我们现在先就请主管机关就现行规定或者是执行状况相关的问题提出说明。我们先请这个原民会好不好？好，我们先请原民会的钟副主委。钟副主委，你要几分钟？八分钟。好，有请钟副主委，谢谢。主席、各位委员、女士、先生，大家好。今天应贵委会邀请列席参加原住民族学校法草案的公听会，深感荣幸。感谢各位委员对于原住民族教育的关心。那本会仅就原住民族学校法草案原文的情形进行以下的报告：一、前言。就正如刚刚
赵伟所提到的宪法的规定，还有包括原住民族基本法第七条的规定，政府应因民族意愿本多元平等尊重的精神，保障原住民族教育的权利。联合国原住民族权利宣言也皆是提到有关原住民教育的体系的建构跟掌管还有建立。在105年，蔡英文总统的原住民族教育政策也主张全面修正原住民族教育法，打造完整实用的原住民族教育体系和机构。所以在108年6月19日修正公布了原住民族教育法，也具体落实了蔡总统的政策主张，在第15条明定各级政府得是需要设立各级原住民族学校或原住民教育班，以利原住民族学生的就学，并维护其文化。那前项的原住民族学校的设立事项，另以法律定之。二，在原住民学校法草案研拟的办理情形，原住民族教育法在去年5月14日立法院完成协商之后，原民会随即在5月29号邀请13个县市政府的教育局处以及原民局处召开原住民族学校法草案地方政府以及专家学者的咨询会议。同年的8月27、28号2天，也召开了原住民族实验教育成果分享以及原住民族学校法草案咨询会议，邀请了28位原住民族实验教育学校的校长以及相关部会讨论，并由林万益政委主持综合座谈。在今年的5月13日，也接续邀请了专家学者以及教育部召开研商会议。所以本会委托研拟的原住民族学校法草案的内容共计有9章47条，内容包含了总则、设立类型以及评鉴、校长聘任以及考核、组织及会议、教师权利与义务、学生的资格、入学方式及就学区的划分、课程及学习评量划分以及学生权利义务和负责等。第三，原住民族学校法草案各方的意见以及面临的困境。原住民族学校法草案不论是从草拟阶段时我们所举办的各场次的公听会，以及前面所提到的本会所召开的咨询会议，各方所提的意见面临的困境，分几项来做一个说明。在主管机关的部分，原住民族学校是否为国立，属于重大制度的变革，而且由原民会负责管理相对沉重，所以在权责分工还必须与相关的部会协商。有关设立三级机关专责的办理已决，也受限于中央行政机关组织基准法，已没有空间增设。此外，地方政府设立原住民族学校也涉及到地方的自治权限，所以必须要进行协商。在学制以及课程的部分，原住民族学校采3岁到18岁的一贯学制，各学龄阶段的学习内容如何区隔以及衔接，还没有相关的理论研究。为了凸显原住民族的教育的特殊性，最好能设计弹性的学制，并且在课纲以及课程方面应使用原住民学生兼具原住民族的知识、国民基本教育以及跨文化学习的能力。此外，原定原住民族学校的课纲的工作相当繁重，建议评估沿用教育部订定的12年国民基本教育的课程纲要的可行性，以减轻重新开发的负荷。在校长跟师资的部分，原住民族学校的校长的聘任资格以及条件，究竟必须一具备是以文化能力或是校务专业能力，以及如何在制度上建立友善的治理环境。师资培育制度必须依据课程内容进行规划，校长以及教师都必须在不同的制度间得以转换，以保障其权利。在监督管理委员会的部分，目前对于监督管理委员会是由民族议会、学校或是主管机关设立，意见还没有达成共识。至于其任务以及权限，应该思考原住民族学校的管理监督机关是否太多，何种制度最有利于学校的经营。在原住民学生就读意愿的部分，原住民族学校的学生是否能自由转衔至一般的学制就读，将影响学生就读的诱因。原住民族学校不论是新设或转型，都可能产生学生跨区集中就读或超额问题，也影响就学的权利。在原汉混居的地区设校不易，
面对沿岸混居的现况，既有学区已有的学校新设学校不容易，如既有学校转型为原住民族学校，如何解决在学在同学区仅有一所原住民族学校可供就读的情形下，非原住民学生的就学意愿？在都市原住民族学校设校的是一部分，目前已经有47%以上的原住民移居到都市地区，其学习民族文化语言知识的权利也应该要获得保障。但是从都市原住民散居的特性来看，现行学区是依据各学校学生上下学交通因素的动线、距离远近以及邻里别的进行划分，并且各学区都有其对应设置的高中以下的学校，所以如何在都会区既有学区中再设立原住民族学校，还必须与中央与地方政府教育主管机关共谋解决之道。在人口较少的民族设校的权利部分，原住民族人口数在1000人以下的还有4个民族，其学生人数难以达到公立学校设立的门槛，必须要考量其设校的权利。最后结语，在此也由衷的感谢贵委员会召开本次的公听会，也敬请各位先进就目前原住民族学校法草案所遭遇的困境提供宝贵的意见，本会也将尽速整理，希望能够将草案更为完善周延的处理拟定，以符合各界的期待，并尽快提出行政院院版的版本草案。以上的报告敬请指教。非常谢谢钟副主委您的报告。钟副主委，请问一下，这个是你们教育处教文处的报告吗？我可不可以听听看你身为台湾族一个副主委的立场，或者是你的想法？这是我们原民会原民的针对公听会的，因为这是各方的意见所提出的一些困难。很显然哦，我并没有看到原民会你们真正的立场啊，这是今天我有一点失望的地方。好，谢谢你。继续，我们请教育部次长，谢谢，非常欢迎您今天的出席。好，主席还有各位委员、各位女士、各位先生、各位学者专家，今天呢，应贵委员会的一个邀请啊，那么前来列席参加原住民族学校法草案的一个公听会，个人的代表教育部来这个参与聆听啊各界的这个意见，十分的这个高兴哈。那以下呢，就本案的部分呢，就教育部的一个立场，那有几点的一个说明哈。第一个呢，首先非常感谢呢，我们高金招委，还有我们在场吴立华委员以及钟嘉宾钟委员啊，长期以来对于我们教育，尤其是原住民教育的一个协助啊，跟这个指导跟支持，不仅在有关原住民的这个相关法规以及原住民的这个经费啊，也办了非常多场次的这样的座谈，同时呢也下乡呢，那么来了解呢原住民教育的一个推动的一个情形啊。那特别呢感谢委员对于原住民族教育的这个协助啊跟这个支持啊。那其次第二点的部分啊，也感谢呢我们各位委员以及我们教文会以及立委会的这样子的一个支持，让我们这个原住民族教育法呢能够呢在108年的6月19号呢，那么能够呢来通过这个立法。那么在全条文的这个部分，主要呢大概5个修正的一个重点，包含了扩大原住民族教育的一个对象，也包含了让全国国民呢能够呢认识跟并尊重原住民族哈，提供给学生学习族语历史跟科学文化的一个机会，同时呢也完备了行政的支持的系统包含呢让本部跟原民会呢可以共同召开原住民族的这个政策会，那么来进行政策的规划跟咨询。另外呢在法规里面也呢扩大呢促进了原住民族的一个参与，那不仅呢这个高级中等以下学校的民族教育要主动呢来咨询当地的这个原住民族部落或者其他传统的组织，同时呢在学校的课程发展委员会呢也要聘请呢当地的原住民族或者部落具有原住民身份的代表的这个参与。那么另外呢在法规的部分也强化了师资培育那目前呢教育部呢配合这一些的修法也正在启动
民族教育师资的一个培育，增加民族教育专长的教师的一个证书哈。那另外呢，针对深化民族教育的部分呢，也会呢由原民会呢来定期邀请教育部呢等相关部会呢来系统性的建构原住民族的知识的一个体系。那我想这些的努力呢都非常感谢我们高金招委啊，以及各位委员以及立法院呢对于我们行政部门的这样的支持跟协助，那也特别利用这个机会呢表达感谢之意啊。那第三个的部分，针对哈今天的一个公听会啊，有关原住民族啊学校法草案的一个部分哈，那教育部呢也有三点的一个意见的补充的说明。那第一个呢教育部呢支持原住民族学校的一个设立哈，以落实原教法依原住民之民族意愿来保障原住民族教育的这样子的一个权益哈。那这个部分在原住民族教育法包含了第一条或者是第十五条等相关的规定里面都有明确的一个规范，所以在政策上面教育部呢支持原住民学校的一个设立哈，也会呢会同我们原住民原民局呢，那么就有关原住民学校那么在教育的这个部分呢给予全力的这个协助跟帮忙。那第二点的部分呢，原住民学校法呢我们建议的主管机关应该是维持呢由原住民族委员会啊，那么以落实推动以原住民族文化知识及价值为主体之学校，并彰显呢原住民族追求教育自主自觉之权利。我想这个部分也是刚刚高金招委啊在影片里面特别强调的这样子的一个部分哈。那这个部分不管是依照国际宣言或者是我国宪法的征修条文，那么都希望原住民族呢有权建立及掌理呢自己教育体系跟这个机构，依照呢民族的意愿保障原住民族教育的这样的权利哈。同时呢在这个原住民族教育法在108年6月19号修正公布的这个原教法的立法精神跟架构呢，也已经呢规范了这个双轨的原住民族的教育的一个体系，那也各有这个主管的一个机关。依照原教法第三条的规定，原住民族之一般教育呢是由教育主管机关来规划办理，原住民族之民族教育呢是由原住民族主管教育机关来规划办理，并会同主管教育机关来维持哈。那至于有关原住民学校的原住民族的知识体系的部分，是依照第四条的一个规定哈。那未来呢也会由原民局原民会呢那会同的相关机关包含教育部啊，那么大家一起呢来建构相关的这样一个知识的一个体系以及原理的忠诚的一个计划。那本次的一个会议非常新建呢我们行政院原民会呢，那么也依照呢行政院在105年7月29号所核定的总统的原住民族政策主张部会的一个分工哈，那么也原定原住民族学校法，那么建构呢完整的原住民的一个教育体系，那么在配合呢包含教育部的原住民族教育法，那么由原民会这边呢订定原住民族学校法，那么让整个原住民的这个教育不管是一般的教育或者是民族的教育能够有更完整的这样一个体制哈。那今天呢非常高兴有这个机会代表教育部呢来参加今天的一个公听会，我们也愿意呢聆听我们各界包含我们现场有很多的实务的专家包含校长或者是我们的议员或者是包含的大学的学者专家提供宝贵的一个意见，那么一起呢会同原民会能够呢希望能够将原住民族学校法尽快完成立法的一个程序，让原住民族的教育体制能够完整。以上做这样报告说明，谢谢大家，谢谢。好，非常谢谢我们的次长哈。继续呢，我想我们也给国家教育研究院原住民族教育研究中心的蔡志伟主任，因为事实上不管是现在的课纲或者是一些原住民族的文化教育，蔡主任其实呢也花了非常多的时间。好，我们也请蔡志伟主任，谢谢。委员好，那我有一个简报，是不是可以帮我？好，我们请议事人员帮忙一下，谢谢。我自己按嘛，哈，还是好。那赵伟、高金、苏美委员还有两位
我们立委哈，还有在座各位学者专家，大家早安。那因为这个整个草案的工作的执行哦，我也有参与前头的工作，所以我今天的这个意见的说明哦，就以这个参与这个草案的草拟的过程的一些想法哦，来做一些分享。下一页。那实际上整体的这个原住民族教育的一个发展哈，那我想大家应该都很清楚。那我们在教育部的部史上哈，也都把原住民族教育的发展过程当中分成了这后面这四个时期啦哈。我前面加了一个日本时期的一个过程，来下一页。那我们今天讨论这个原住民族学校，实际上还是关系到这个原住民族教育的一个性质跟定位。那这在原住民族教育的讨论上，基本上是分成了三个区块，包含了我们的学生、师资跟这个课程。好，下一页。那过往其实在我们过去在修订这个原住民族教育法的时候，其实有一个这个讨论的重点，就是我们的孩子其实要能够接受到我们自己的这个民族教育啊，基本上是落在原住民重点学校。除此之外呢，其实在其他的教育场合其实都不太容易能够有这种系统性跟组织性的这样一种课程教学。也因此我们在去年其实在立法院也完成了这个原住民族教育法的修法，那也就进入到我们这个原住民族教育法的一个立法的讨论。好，那我先给大家看几个数据，因为我刚刚说这个师资、学生跟课程，所以在学生的部分大家来看一下，我们全国在108学年度小学的在学学生总人数啊是42,863。来下一页。那以这个族群数来看，我们看这个饼图，其实就是以这个五大族群为主，阿美族、泰雅族、排湾族、布农族跟这个泰鲁格族。这五大族，其实泰鲁格族也只占了6.17%。换言之啊，剩下的11个族群都是低于6.17%的这个学生数。好，下一页。那以我们目前的学生的这个分布的比例，我们来看一下哈。原则上，我们来看，就是说在原住民族地区，大致上是接近50%跟50%。可是呢，在都会区的部分，六都啊，我们的学生数啊占了70%。在非六都的都会区，我们的学生数只有30%。那如果我们以原住民族地区跟都会区来比较，我们有62%的学生是在都会区，38%的学生是在原住民族地区。那也，我给大家看这些数据，就是要大家思考，我们原住民族学校究竟应该是在什么地方来设立这个学校，还要搭配上这个族群的人口数。来下一页。好，那在这个六都的比例上，就是桃园市啊是最多哦，接下来是我们的新北，再来是台中、高雄、台北跟台南。哦，来下一页。好。所以我提供给各位看这样的一个数据，无非是希望能让大家了解，我们第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就是这个学校的主管机关是谁。那我们一直都在关心主管机关，大概会有两个部分的讨论。第一个就是我们会希望这个主管机关具有原住民族知识、文化跟教育的专业，但是当然也不可以去这个忽略掉教育行政的专业。那因此理想上，我们当然应该要这个建议哦，应该要以这个原住民族知识、文化跟教育专业为优先。那如果是不够的地方哦，才是以这个教育行政专业为主。可是呢，我们又必须面临到现实上的考量，就是中央行政机关组织基准法的规定哦。那因此我们要怎么样去突破实务上的问题？我想这个是我们现实上可能必须要严肃来这个考虑的一件事。好，下一页。那我们来看整个这个教育局处的系统跟我们原住民族局处的系统。那我们在中央的部分，其实在从教育部以下，其实是有比较这个有系统跟组织性的这样的一个行政支持系统在从事教育的推动。那原住民族委员会，那当然是以教文处为主。那如果落在这个教育的部分呢，就是一个科来处理。那在到地方政府去，其实它还是有教育局处。另外在去年这个完成修法以后，那原住民族一般教育专的单位或专人啊，也都必须在地方政府来处理。所以看起来这个
教育局处的系统的行政上的这个支持啊，应该是相对来讲比较完整的。那如果我们要回到这个原住民族的这个行政的这个系统来支持的话，那恐怕哈、哦、必须要去做这个非常有魄力的一个组织的调整。来下一页。那在第二个部分就课程的部分，那我们可以看到在这几次的、这几个这个我们委员所提出来的版本、哦、大概都有一些这种独立的课程发展的需求。那在讨论到这个课程的属性之前，我们来看这个原住民族教育法所明定的原住民族学校啊，是以原住民族知识体系为主，依该民族教育哲学与目标实施教育的学校。那第四条第一项第二款又提到了民族教育，所以民族教育指的是依原住民族文化特性对原住民学生所实施的民族知识教育。所以到底这个原住民族学校所进行的课程是不是 民族教育，我想如果我们从原住民族教育法来看的时候，它是分为两个款项来名列。就我的看法是，民族教育是属于原住民族学校要传授的课程的内容之一，但是不是全部。好，而且到按照原住民族学校的定义来看，其实它是以这个特定的民族啊来作为它的这个教学的内容的发展。所以呢，如果说我们要去考虑这个多民族或者是跨民族在同一个原住民族学校来进行的话，可能我们必须要从法条上来去做一些解释。那下一页。好，那我们目前在这个原住民学生所进行这个就读的学校的类型啊，大概可以分成这五个区块。好，下一页。那我们再看一下哈，在目前的实验教育的部分，其实泰雅族啊是最多的哈，那其次当然就是各个不同的民族。那以县市来看，屏东哈是有最多的学校，好，这个也请大家做一个参考。来下一页。那这个学生人数哈，我们可以按照这个小学，我只有统计小学在108学年度，那目前来看，具有原住民身份的学生啊，有1532位。哦，那总学生数是1650位，也就是在实验学校的部分，还是有一些哦非原住民的学生啊、就读在我们这个实验学校里面哦，来求学啊、哦。那另外一个就是我刚刚提到重点学校的部分，那以重点学校的部分的学生啊，其实花莲是最多，再来是台东，不管是学生数或者是校数，它相对来讲都比较多哦。来下一页，好，所以我。要用这样的一个数据给大家看，也就是说，其实我们现在按照原住民族教育法，我们必须要在学校所实施的课程啊，原则上是按照12年国民基本教育课程纲要来规划，而且在我们法条当中也提到，学校必须要采多元化观点，要纳入原住民族历史文化跟价值观。那另外呢，针对原住民族学生，学校必须提供族语文的课程跟民族教育课程；针对非原住民学生，学校必须规划原住民族知识课程及文化学习活动。总体上来讲，这个是除了原住民族学校之外，在普遍存在其他的室内学校的一些课程的发展。换言之，我们今天在做原住民族学校的时候，就有两种选择。第一种是沿用现有的原住民族教育法这个课程的结构的关系，然后去特别强化某一个区块，还是说我们要在另外去发展出一套这样的一种课程的机制，其实这个是可以选择的。那但是如果我们回到原住民族教育法所明定的原住民族学校的定义，它是以各民族的知识体系来进行这个教育内容的发展的时候，可能我们就必须要打破这样的一个课程的结构的关系。来下一页。好，所以说我们未来的学生，其实我们必须要想象一件事情，我们的学生散落在各县市，我们的学生已经在各种不同的学校来就读了，因此我们应该是在这五个学校的光谱上再加一个原住民族学校。那这也是我发现在每一个委员的版本当中都有提到这个他。这个原住民族学校是要保障原住民学生就学及公平选择的机会，所以说我们不需要去打破这个现有的学校的体系，而是要去加上一个可以让学生可以来去就读的这样学校的类型，不管他在课程上或者是相关的这个教育目标上，可能都有别于我们既有的这五种学校。来下一页。那最后一个是师资培用的问题。那在师资培用呢，当然我们会去注意到教学的专业，也注意到语言的能力，另外就是他是否能够提出一个适应原住民族文化的教学的能力。来下一页。
那我们还是先从原住民族教育法来看，目前原住民族教育法的师资培用啊，大概有分成这五个区块，有提到要培育民族教育师资，也提供了族语老师、代理老师进修的机会，取得教师证。那在一般的公费生名额要设专班，还有在职的老师要接受这个原住民族文化及多元化教育的课程。另外有这个教学资源人员去禁用语言文化艺能专长的老师，这五类的老师是我们现有的原住民族教育法所规范它可以存在除了原住民族学校以外的所有的学校的老师。那我们来看一下下一页，就是我们目前这个有一份中华民国教师专业素养指引师资职前教育阶段暨师资职前教育课程基准，原则上它采的是一个标准化的普通基准，那能不能够呼应原住民族教育法纲所提列的五种老师，或者是未来原住民族学校老师的需求？因为目前的这个素养跟基准啊，它是以加注专长，比如说在小学阶段语文领域原住民族语文专长，或者是增加中等师资的族语教师的类科，所以呢，它其实现在的这个已经发布的这个素养指引，它是以培育族语老师为目标的一种师资培育。那可是呢，我们所期待的，纵然是原住民族教育法里面所说的那五类老师啊，有没有办法去涵盖得到？好，那其实就必须要审慎的去考量。好，因为毕竟在目前国民小学教师学程36学分、中等学校教师26学分的培育的这个教育学程当中，还是比较没有去看到有融入原住民族知识跟文化课程的与内容的基准。好，下来。好，因此既然是有五种学校，加了原住民族学校以后就变六种。那我们之前在提出这个草案的时候，其实是认为这个学校的定位啊，其实应该跟其他类型学校有别，所以呢，这个主管机关应该要订一个教师专业素养指引跟职前教育课程基准，来符合我们这个老师的一个需求。哦，下一页。好，那总体上来讲，那其实原住民族学校应该要从三个区块来思考，组织的制度上应该要建立教育的目标跟学制，完备教育行政跟善治，在课程的教学上应该要能够擘画以原住民族知识为主的一个教育的体系，构建原住民族课程学习平衡的基准，师资上要能够建构原住民族本位师资专业的指标，在这样的一个求学的环境上，是希望能够让我们的学生具有民族自信以及学历表现的提升，在文化力跟竞争力的表现上。那以上的报告哈，就请各位参考，谢谢。非常谢谢啊，魏主任。其实呢，魏主任已经把非常多的现在既有的学制，或者是未来应该要有的，或者是我们的学生数，都已经讲得非常的清楚了哈。啊，魏主任的这些资料，我想如果会后可以提供给大家吗？请问一下主任。可以哈，好，非常谢谢您，谢谢。好，我现在补充介绍一下，我们那个新竹县尖石乡嘉兴国小的徐荣春校长也到了，欢迎。还有我们屏东县赛嘉国小的曾友清校长也到了，谢谢。继续，还有一位就是一直长期以来陪伴原住民学校哈，还有到地方走得非常勤快，跟我们的耆老们也非常多的对谈。国立政治大学民族学系的王雅平教授，谢谢你哈。泰雅语讲得比我还好呢。好，我们现在就开始进行我们的专家学者以及今天登记的我们的族人朋友们哈。我们第一个先来的是台中市博马国小的比令校长。比令校长，我们以先签到哈的顺序作为我们发言的顺序哈。所以呢，我们当然了，因为比令校长在我们泰雅族地区是最快成立我们民族小学的，我们几个打样的校长老师们都称他为我们这个打样的学校之父啊，哈，所以这个名称你实在是可以接受，因为你们真的很辛苦，这一路走来辛苦了 ，Gay。好，我们请比利校长，然后待会第二位是胡文聪校长，请准备好吗？谢谢。好，那个张伟哈，然后各位教育先进哈，那哎呀。我是第一次参加这个公听会了，那原来第一个到就第一个发言了哎呀，你也是第一个做实验小学的啦，是是是，所以你可以第一个发言。对对，谢谢谢谢。
那其实那个，我今天参加这个会，其实我是带着非常，感动的，或是非常，非常兴奋的心，心到这样。为什么哈？因为我可以分享一下，就是，我们学生啊、学生做这个实验教育，它的一个不一样。因为在传统上，我们从以前哈、一开始的一般教育，然后到我们发展，从105年开始，我们第一个在学校就推民族实验小学哈。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别于就是一般的那个课程，刚刚阿伟教授讲的哈，就他这样分析，是一般的学校，跟我们山上学校、重点学校跟实验教育，他们实验民族学校，它的差别性哈。那它的差别就是，我们除了上说一般的那个一般的那个课程之外，我们的民族课程就是一个礼拜上了10节到13节哦。那这样的一个方式哦，其实我们在这长期以来这五六年的经验哈、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小朋友的改变哈、我们小朋友改变就是大概分几个，一个就是小朋友他的文化能力对自己的民族是非常清楚的哈、那第二个是他非常喜欢来学校哈、那第三个是他的那个他的语言能力也变得很好哈、还有就是他的基本能力不会因为我们这样上课时候他变弱哈、那第四个就是他的民主自信变得非常强哦。所以从这边去看哈、如果我们在晋升的从以前的传统教育，然后到重点学校，然后到实验教育，然后到现在发展到现在的原住民学校法哈，我对这个法是非常的高度的期待，特别是对我们自己原住民的学生，他可以从这样的一个教育体制当中，他可以更清楚知道自己的文化，可以更清楚知道自己的历史，可以更清楚透过这样的教育，透过这样的体制，可以让他更有民主上的一个自觉哦。所以刚刚那个特别那个也非常谢谢那个阿伟老师哦，他把那个我们的台湾原住民的民主的那个发展啊，从那个日本时期好，然后一直到中间，到最后就是自觉哦。那现在就是原住民自觉的一个时期哦。那其实可是哈、要到这个到这个自觉时期，其实可能就我们学校会碰到的一些问题，或是未来会碰到的问题，就是那个课程。好，因为课程哈，然后课程到底要上些什么东西？那第二个是师资，好，因为在做师资这个部分哈，就是现阶段我们现在台湾的师培的方式哈，就他没有办法培育出一个在像这样的一个民主学校，或者是现在的实验学校，能够培养出这么就文化能力或是教学能力的一个老师，所以这个师资这个部分可能在这个法里面可能有可能希望有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配套能够做哈。那第二个就是他的那个主管机关哈，主管机关。那其实在这部分，其实我们跟很多的校长有非常大的一个讨论哦。那这可能要非常非常有充分的那个讨论。第二就是，到底是要他要在原民会，或是他要在教育部底下哈？那个就是有非常这个部分有非常有在我们基层的校长有非常非常大的那个就讨论哦。当然两边都有他的好，都有他的优劣。那如果是在教育部因为现在教育部的。就是在教育部的话，他教育部有非常大的一个非常大一个他的一个教育的专业背景的人在这边执行哦。那如果一到原民会的话，
那移民会的他的他有这么庞大的教育资源人员在里面可以来主导这些东西吗？如果是在原民会的话，就是可能要他的人员部分要再更增加更扩大哈。好，那最后就是。我还是觉得就是如果我们今天如果能够透过这个会，然后能够让台湾的那个原住民学法哈能够三读通过，我相信哈，在未来哈，台湾呢，就是原住民更有未来哈。就是我常在讲一句，就是说，如果我们今天不做哈，我们就看不到太雅族哈。如果我们今天没有做决定哈，那可能在明天就看不到原住民了。那非常谢谢各位委员哈，或是各位专家学者对原住民教育的努力哈。好，谢谢。好，非常谢谢秉霖校长，您辛苦了。这一路走来，我们都看到你们的有哭有笑有泪。今天终于哈，我们可以制定原住民学校法是必定的啦，一定要走的，所以大家不要担心。所以今天我们大家就要听听大家的意见，到时候呢，供我们立法委员各个不同的版本，最后回到教育文化委员会里面，我们来讨论好吗？谢谢。第二个，我们来请一下胡文聪校长，也是我们打院的校长哈。胡文聪校长是在大同乡，那么应该是国中的校长。那么他设立呢也非常的辛苦，我还记得刚刚开始到学校去揭牌的时候，他用打燕的母语然后讲了整篇的感谢文。我们也请胡校长，谢谢。赵伟还有委员，第三位是林碧霞校长，教育部的长官、原民会长官，还有我们学者专家，各位教育青年，大家早，罗嘎达吉莫达。那我想先把我们学校我是瓦丹席烂哈，我们汉名叫胡文聪哈，那我希望大家都叫我瓦丹。那走了大概一年半的时间，我想接近两年，我想先把这个走过的先用影片来先播放一下。我是大同国中的校长，我担心的。那我们学校从100，这是去年的那个传统家务的落成，筹备太阳文化的课程实验课程。那107学年度就正式
那我们学校就是在属于一个泰雅部落，那学校的环境还有整个人文都有很多蕴含着泰雅的一个气息，就像我身后的家屋就是泰雅传统家屋。那我们学校的课程的规划主要就是用礼拜三、礼拜四、礼拜五的时间让学生三个半天的下午都上文化课程。那实施一年多的时间，我们看到小孩子对于文化课程的一种学习是非常的投入而且又喜爱的。那未来就是希望整个学校就走向民主学校这样的一个目标。我说了，我爱西姆。好，谢谢大家。这是我们大同国中这将近两年的时间的一些课程的一个简单的一个宣传了。那这边大同国中，在进行我们实验教育哈、哦。那非常感谢教委员呢，他在在筹备的时候就开始协助学校。那在正式成立，在进行的时候，也到学校来参加揭牌的仪式哈、哦。那当然，园林会还有教育部的我们长官也都来关心学校在做这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哈、哦。我想我们的原住民教育应该我这样看是用三部曲来看哈、哦。实验三法通过，那我们才可以。第一步踏入说可以做自己的教育。以我自己来讲，从国小、幼儿园都没有去认识自己的语言、文化等等。那我从事教育今年也是要满30年了，那很高兴说，有这样的机会，那可以做自己原住民的教育。所以当时在这个学校进去的时候，没有原住民的老师，就是我一个校长是原住民，还有我们的职工哈，因为公费生那时候越来越少了，所以就没有。那但是汉人老师也很棒哈，他在我们那学校已经有5年、8年、10年，他们也有接触到我们原民会以原住民教育本位的那种课程的一种接触哦，所以他们也蛮认同的。所以跟他们讨论了大概半年的时间，在2016学年度就正式就筹备，2017就很顺利，说很顺利也不是，刚刚我也是很辛苦，都有了哈，酸甜苦辣都有。那第二部曲应该是在讲说去年的修订了哈，那原教法里面也有说我们可以做我们原住民教育实验教育以原住民为主轴的这样的课程。那当然我们最期待的第三部曲就是原住民主学校法的通过，这样才可以有可能说真正建构出我们台湾原住民的知识体系哈。那针对这个法，我有几点要提到的部分是，第一个在那个第十条里面的人权教育，是不是可以说法律人权与土地教育哈这样的一个据说修订。第十一条的部分的话，评鉴的部分能不能加评鉴辅导哈、哦？加个辅导，有时候对评鉴来讲，学校来讲会很紧张哈、哦。如果加上辅导的话，可能是第三个，可以再一分钟吗？第三个就是第12条校长的连聘连任那部分，希望不要局限两次。去过毛利教育参观哈，他们是可以连聘连任。我去参访那个学校，那校长20几年在那边的，他想离开，但是地方人留他，部落的毛利人说你办得很好，继续留下来。所以这是希望能够连聘连任，不要有两次的局限。以前阵子我听到说，听到的哈，台东县的部分哈，在做实验教育的校长，今年他还想继续再做，但是他今年就必须要调到别的学校。明年还有2个在做实验教育的学校，他也应该也可能继续推继续做，但是因为法令的规定两任哈，但是
我们有偏向教条例，那个三可以做三任，或者是说实验教育的那种弹性。可是有些地方政府哈，就限制蛮多，那对于那种延续性连续性就有会打折扣哈。最后一点哈，是一个不适任教师的部分可能要放进来哈，不适任教师，因为我们有看到有不适任校长，那不适任教师的部分可能要放进来。以上，谢谢。好，非常谢谢文旦校长，非常谢谢你的分享。继续，我们再请这个林碧霞校长哈，介绍一下我们这个林碧霞校长。其实呢，他长期在德国的学校教学，终于有机会到现在的枫滨国小去了哈。我们也非常欢迎校长。大家平安哈，谢谢立委的邀请。当初接到讯息的时候，他只是告诉我说参加会议，然后给了两本资料，一个是吴立华委员的，一个是高金素梅委员的资料，所以就很认真的看这两本，没想到来到这里是不同的一种场景哈。那倒是很高兴的来参与这个会议，而且非常非常的兴奋。第一个兴奋是因为不管未来的原住民教育的权责在教育部也好，或原民会也好，我觉得都要去推它，因为我们看到连一种困境，教育部有教育的专业，原民会有它文化素养的内涵，那这两者之间如何去整合，而不是互相推脱，变成我们推动原住民这个民主教育的话，我觉得都要变成助力，而不是相互拉扯或相互推脱。这第一个。第二个，看到今天的报告，各位可以看到大族的困境。那刚刚高金立委都在讲，两个都泰雅族的，很开心。可是坐在底下的阿美族非常难过。为什么会这样讲？你看到推动实验教育，阿美族的实验教育，第一个就在枫滨国小，它的慢。就慢在因为阿美族住的地方跟汉人杂居在一起，所以他的困难更大。所以我在想说，好，假定是这样的话，我真的很开心有这样的一个会推动。所以我会建议高金立委，当这学校法制定之后，我们要不要有点强制性，还是就像实验教育法这样，让各个学校去这个申请，然后由教育处，然后再送到原民会，再来去做审查。假如不去做实质的去规范或要求的话，你就会不会有？假定今天我们要去推动阿美族的实验学校，今天大族的阿美族的实验学校还是零，所以这是第一个哈要建议的地方。第二个，要请立委了解一件事情，就是实验教育的推动跟教育的现场，刚刚敖毅主委讲的敖毅教授讲的那个部分，民族教育的推动在什么时候？在假日跟寒暑假，这个对民族教育的延续性，就是我们讲课程的规划，它一定有它的进程。一到六你只要教什么，到国中要教什么，要到高中要教什么，这是我们自己原住民族教育这个部分还没有规划的部分。就这个每一个学籍要读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就像我们国音数要读到什么程度，都有一定的程度哈。所以我想这个部分也在借这个机会来讨论，跟参与这样的公听会的时候，凸显一个这样的问题。那回头去检讨我们自己的实验教育，我们的课程架构到底怎么定的？教材到底怎么样采编的，教案怎么续写的，老师的能力到底如何培养？所以我要在这个地方做一个分享。以枫滨国小来讲，五个级任老师只有一个是阿美族的，其他都汉人。我们的科任老师有三个，一个是一个布农族，一个德鲁古，一个汉人。请问枫滨国小怎么推动实验教育？我要在这里跟大家分享，枫滨还是做了一些事哈。我们试着把花莲的地景列入到我们自己阿美族的神话故事里面，比如我们的始祖传说故事，比如我们的地景典故都在这个地方。我们也试着把部落如何做解说跟我们的酒酿节呢做结合，所以
丰林国小或者酒酿节，是因为要跟大家说明，日常生活的用酒跟祭典生活的这个用酒是不一样的，不是那个原住民喝了酒就倒在路边睡觉的，绝对不是。所以我想这三本我本来就要拿起来要拿、分给、高经理说、我们来分享一下封冰可以做这样。所以回头再想，既然我们的师资不足，那我们怎么样在现有的老师里面我们怎么样来做提升？所以丰林国小不断的在对老师做文化素养的提升，我们也把我们的咨询委员拉起来变成教育专家组跟我们自己部落的，所以我不会把部落的老师带到学校来，我请部落的老师先教老师，老师才有办法转化成教材跟这个教案，这样才有办法教学。所以我想丰林国小的四大主题可以变成四大节庆，欢迎各位来这个来，因为还没有丰林国小还没有推动一整年，所以还不太敢大张旗鼓的说什么。不过在这个地方再一次拜托高进立委，未来的师资培育到底是培育一般老师的师资，还是具有文化素养的原住民师资？但是我非常赞同我们原有的这个条文里面，要因为族群，要因为在地来培养公费生，我想这样呢才能够解决目前我们的困境。我相信封冰的困境是所有阿美族的困境哦，也会是其他跟汉人杂居的这个困境。好，以上是我的说明跟报告，谢谢立委。好，非常谢谢林碧霞校长，辛苦你了，安好。其实你的困境我们大家有看到哈，你们大家有没有发现哈，就是原住民的老师跟在原住民学校里面的汉人的这个主任也好，老师也好，其实我们都变成一家人了呢，哈，所以真的是很辛苦。而且还有一个重点，就是我们很多的师资其实都在部落呢，哦，部落里面的耆老真的实在是我们的智慧师资的来源哈，所以教育部我们的那个师资培育哦，真的实在是希望你们能够快一点，加紧脚步。来，第四位，以上三位都是我们原住民的族人，那现在这位应该也是我们原住民的族人了哈，王雅平教授，因为我们都已经接受他了啦哈，等着面吃的比我们还厉害。好，王雅平教授，谢谢你。然后第五个，我们请陈章培伦教授准备，谢谢。我欢迎高金委员巴赖罗嘎达哥拉，还有爱好沙利嘎嘎马布隆，然后各位加巴加巴，好像台湾组的也很多哈、哦。那个各位关心原住民教育的委员，还有各位好朋友们，大家早安。那今天很荣幸能够恭逢其盛哦，就是接到这个邀请的时候，其实很兴奋哦，因为我们1998年的时候为那一次原住民族教育法的那个立法，然后就是今天能够在真的长出一个原住民族学校法，真的是非常感人的一个行动这样。那也看到这些就是这20多年来，就是我们那个台湾对这个原住民族教育的重视。那从我一接触这个原住民教育的问题，我就有深切的感觉到说，原住民的教育的议题不是只有原住民而已，是我们整体全体国民都应该去重视的一个议题。那在就是去年的原教法修法里面有把这个放进去的时候，我是个人是觉得非常的棒的。那也是在这样的一个思考底下，我们来想想说，经过这20年的努力，在这一波的原住民族学校法的改革里面，我们有哪几个点要去注意的、哦？那首先，我个人觉得说人才的培育是最大的重点，所以那个师资培育可能是在我们这一波一定要去积极巩固住的。那师资培育里面，目前呢，原住民的30几所的原住民族实验学校、啊，就是开始有启动自主师培，就是说开始用以民族的传统知识为主的这个思考。那在这一波的思考里面，那个全族语教学啊，就是我们一个要去处理的关键。那原住民学校、原住民族重点学校跟原住民民族学校的差别点在于教学语言，所以这一波里面我们要巩固住的就是这个族语的教学能力。所以虽然是有原住民身份的老师，但是这些老师的整体的能够守住我们、保护我们这个台湾全体原住民最宝贵的文化资产的这个部分的族语能力，我觉得是我们在师资培育里面要去强调的重点。那第二个，我们要去处理
的，就是整体的那个原住民族教育相关法规的配套，就是这个原住民族学校法会遇到的，就是跟现有的系统里面的那个衔接配合问题。那读过两个版本哦，就是我们之前收到的是高金委员版本，他非常的努力哦，就是泰雅族的那个实验学校大爆发，就是那个高金委员就是默默的奔走这样，所以我们。仔细的研究过高金委员的版本跟吴立华委员这边提供给我们的版本啊，我们可以有一个点可能要再去厘清的，就是说这个学习阶段是会到大学吗？因为另外有一个就是如果走一个完整的民主教育体系的话，一定会从沉浸式的幼儿园，就是全原住民语的学校，一直长到小学，就是完全泰雅的小学，完全泰雅语的中学，然后一直到可能有大学这样的一个思考。那这个学习阶段里面，可能在这个版本里面是需要去厘清的。那它会涉及到相关的国民学校法，还有大学法，还有师资培育法的这个详细的配套。那在这一次里面，可能我们还没有时间去把这些法规再去做一个衔接的配套。那第三个是大家比较关心的，就是主管机关是谁的问题。在这个法规里面呢，可能有两个倾向啊，一个是那个原住民族的那个由原民会来主管，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由教育部来主管。对，那这个需要去思辨的一个议题啊。那目前在教育部这个系统是已经有从2000年左右开始哦，就是我们一直有中央跟地方的原住民族教育事务的协调会，所以有关那个教育系统里面对原住民族教育的那个协调机制已经有建立。那如果今天我们把这个主管机关放到原住民族委员会的时候，就是我会建议说可能要做一些相关系统的衔接跟整合。那我举一个比较简单的案例哦，就是说如果我们的学校啊，我现在是既有学校老师的那个原民老师，那我要参加原民会的拜活动，那在基层大家都知道是要请假也不太容易请假，要排代课又什么也不容易的，所以就会牵涉到系统之间的那个整合。所以在座现场的老师大概都知道说，这一波的重点如果不管是设在哪一个单位，这个系统之间的协调整合是很重要的，不然的话我们好不容易冲出来的一个原住民族教育的荣景，可能因为这个系统之间的衔接，或是主管机关就是没有办法把这样的一个连结弄起来，可能会在原部的地方踏步的。所以不管是放在就是我原本有一些委员提出来的比较希望在原民会或者是在教育部的话，我是认为在这个系统之间的那个整合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对，那再来就是有关现有的经费分配里面哦，就是说目前是由原民会跟那个原民会跟那个教育部这边有固定的那个经费分类，然后是用一种分摊。那如果在这一波里面，因为我们根据实验教育法已经有可以设原住民的实验学校，那现在也有一种遍地开花，各族都开始在做一个转型的准备。那但是未来针对这个完全的那个民族学校的话，我是认为应该要有先框列一笔特殊的经费，然后先把这个原住民学校的体制建构完善。那以上是我这两天很努力的去想说，我们应该在这个关键时刻提出怎么样的一个想法的一些浅见，那提供给各位原住民的先进和好朋友参考。那以上建议，谢谢。那不好意思，因为学校还有会议，我需要赶回去了。谢谢大家，那祝福今天的讨论会议成功，谢谢。好，非常谢谢雅萍老师、雅萍教授，感谢您，谢谢。好，继续我们请陈章培伦教授这个提供他的看法，继续我们再请钟嘉宾委员以及吴立华委员，好吗？谢谢。主席、各位委员、各行政机关代表、各位与会朋友，大家早安哈。
今天很荣幸应贵院邀请参与此次公听会就这个法的草案的现有的版本那么提出了一些想法供委员们在后续审议参考之用以上我就我会根据我近年对原住民族教育研究的一些经验还有尤其在现场去辅导原民实验学校高中原民实验班的所见所闻那么就原住民族学校法立法过程当中该注意到的四个原则那么进行说明那么并根据这四个原则那么平息解说一下这两份草案目前所我看到的一些可能要考虑的事情第一个我觉得在思考这个原住民学校法的时候那么有一个原则必须要关照到就是所谓的民族主体原则今天我们主席一开始的时候就有提到在1980年代的原运当时在1987年有发当时的原全会有发布一份台湾原住民族权利宣言那个宣言里面就直接白纸黑字的就写到原住民有权用自己的母语受教育成立自己的学校所以换言之什么意思呢原意的前辈一开始就主张原住民族的教育权基本上面这个学校是我们原住民自己的学校那么它的整个学校的运作整个学校的这个设计应该是由我们原住民族所主导这个也跟后来的宪法征优条文第10条第12项尊重民族意愿条款其实是非常的契合的所以换言之当然不是说这个学校是原住民族的学校那么主管机关就完全没有事情这个时候那么政府或主管机关的角色主要在尽可能协助原住民族实践其教育主权不宜过度单方面决定学校的性质还有它的营运方式那第二个原则就是学校的设计要注意到差异需求原则也就是说原住民的文化虽然跟主流社会的文化并非完全不一样但是还是有差别的部分文化传承是有一些不一样的再来原住民族的文化发展也有其自主选择的权利不一定要与主流社会一模一样总之如果原住民族学校是族群传承文化命脉并发展文化前景的场域那么学校的组织设计校长教师的选任遴聘课程及教学发展均应该适应于原住民族的差异文化需求不宜过度以既有一般学校的制度套用之第三个原住民族人才的培育对于原民学校而言他的人才培育工作应该要有返本开新的原则什么意思呢就是原住民族学校我们要培养下一代的原住民并不是要培养一个被放在博物馆里面让别人参观的原住民我们所学的东西也不是只是我们自己的传统的语言传统的文化我们是要培养什么呢我们是要培养能够既有文化传承且能够与大社会对话又能够创造族群集体未来发展的这个新生代原住民在整个学校的制度的设计上面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然后第四个原则是什么呢要秉持理想务实的原则什么意思呢梦想要伟大但是设计和执行必须要务实这个我是特别从我去辅导一些原住民族实验学校的这个经验当中那么必须跟各位报告虽然我们对于原住民族教育有梦想有理想但真的要推动这个理想的话呢必须要认真的面对来自主流社会的挑战甚至有的时候是我们自己原住民族社会内部或者甚至这个家长的一些担忧和挑战因为大家会担心小孩的未来怎么办小孩子的竞争力又如何那这些挑战或者担忧有的时候或许很没有道理啦但是却非常的现实非常的残酷你没有办法回避它你必须要在制度和实践上面找出折中之道所以换言之整个制度的设计它不能够只是讲出理想它必须要找出具体可行的方法甚至有时候你必须要做一些折中否则理想当中的那个学校永远都不会出来在前述的四项立法原则的基础之下我就目前我所看到的这个两个版本的有六个面向跟各位做分析第一个在学校的教育的这个性质和目的上面两份草案都在第二条续名原住民族学校的这个目的系以适应于原住民族文化的方式提供教育而且教育的内容是以原住民族知识为基础这样的设计的确是符合差异需求原则但是返本的部分有了开心的部分
哦，这个比较没有标举出来，会让人家误以为这个学校会不会只是回过头来学自己的东西。你必须，我是建议必须在文字上面更明确的点出来说，我们要培养的不只是返本，了解我们自己的文化，能够传承我们自己的文化，而且能够面对这个社会，哦，甚至发展我们民族未来的人才，这个才是原住民族学校的这个最终的这个目的啊。然后第二点，在主管机关的设定上面哈，高金委员版主和那个吴立华委员版哈，一个主张是原民会担任主管机关，一个主张是由教育部担任主管机关哈。那么其实从民族主体原则来看的话呢，讲坦白话，还是由原民会担任主管机关比较适合。当然我可以理解，因为就我的观察哈，那么现场很多教育界的朋友哈，会比较相信教育部他在教育行政、学校管理上的这个能力，以及教育部的资源，不知道是原民会的好几倍啊。但是讲句坦白话，就原运最原初的理想来讲哈，重点我必须再强调一次，我们要设立属于我们自己的学校。所以相对而言，除非原民会完全没有去管理学校的这个能力，哦，那这个时候或许由教育部出面来帮忙，否则应该由原民会来主管，这才是正道，才能够符合原运的精神。好，哦，那么当然说原民会没有能力管理学校怎么办呢？我们想办法在法条里面 empower 他有这样子的一个行政业务的管理的能力和资源。好，哦，然后再来第三点哈，哦，两个版本均提到说要设立这个学校监管会。好，哦，那么这个是符合民族主体原则的，没有问题哈，哦。但是那个吴立华委员的版本特别提到民族议会这个概念，我讲坦白话，如果有民族议会的话呢，那是最完美最完美的状态，完全符合民族主体原则。但是我们都知道，民族议会现在在法律里面是一个不确定的一个概念，哦，好，我们现在很多民族议会只是一个民间团体，甚至连立案团体都不是，哦，所以如果硬要把在这个地方放置民族议会的话呢，我怕这个原住民族学校法会卡关，哦，这点要请那个立委诸公们肯定要好好思考。另外再补充两点，在学制的这个设计上面哈，哦，那么当然两个委员的版本会各自不同哈，哦，那个吴立华委员的版本哈，15年或16年在学制上面比较有弹性，也没有特别去分阶段。那高金委员特别主张12年，而且分成6-3-3，有点对应于现在的这个国民教育哈，哦，这个是理想和现实当中的这个挣扎的问题。那我讲坦白话，6-3-3，然后加学前教育的版本，对于现在的一些家长而言，他们会比较容易接受，比较容易理解，而且在学生的转型上面，因为我们也不能够保证就读原住民族学校的这个学生，他永远都不会离开这个系统，他有可能会离开这个系统，好，所以恐怕在学制的设计上面，某种状况之下，可能要跟现在的国民基本教育做一个对应，这个会比较容易去落实，然后再来在校长的资格的部分，哦，那么讲一坦白话，两个委员的版本，哦，一个设定校长的主语能力要有中高级，一个要有高，一个必须要是高级，哦，我觉得如果要在法条里面白纸黑字的定下这个级别的话，哦，可能要请原民会甚至请教育部去调查一下，到底有多少的校长，哦，假设明年后年这个学校就要成立，现在有多少的校长他既符合教育人员任用条例，他的主语的这个认证也能够符合的，哦，这个必须要调查，要不然你直接在里面名列这个级别的话呢，到时候你找不到适合的人选。当然如果的确有这些人选的话，没有问题，你在里面名列，否则我建议比较保险的一个做法是什么呢？不要在法条里面名列这个主语的级别，在施行细则里面是当时的状况，在由这个由主管机关做决定，哦，当然相同的，哦，老师的资格也是这样子，理论上面当然我们都希望校长和老师都应该要有那个主语高级认证，尤其校长以后代表学校致辞要讲全主语的，这才是原住民族学校。但是一旦主语认证级别的认定，哦，太高到其实找不到几个人的话呢，最后这个学校会没有多少老师，这个是在现实上面必须要务实去考量的，不能够只从这个理想面去做思考。然后最后一点，那个教师资格的这个部分，哦，这个目前看起来这吴立华委员的版本，哦，他规定专任教师全部都必须要是原住民，那高金委员的版本里面只规定至少1/3是原住民，哦，那我会觉得说就符合民主主体性原则的话来讲的话呢，那个吴委员的版本，哦，是比较符合民主主体性原则，哦，但是我觉得还是必须要再思考一下。第一个，如果学校规模太大的话，哦，
你能不能找到那么多的原住民老师？这个恐怕有风险。然后第二点，好，刚才有几位校长也提到过，其实就现在原住民族实验学校的这个经验来看，有很多熟汉的这个校长，熟汉的老师非常认同我们原住民的文化，哦，所以实际上面现在的原民实验教育其实是跨族群原汉大家共同推动的，好，哦，为了台湾未来整个社会好，也避免我们原住民族教育到最后变成同文层，我是觉得，在教师的资格的部分，应该有部分非原住民的老师，哦，这些认同原住民的文化参与的空间，哦，那么当然我最后还是要提出来说，因为目前我只看到那个几位立委的这个版本，哦，那主管机关目前看来也在若干的议题上面立场并不是很明确，我呼吁行政机关版本应该要尽早提出来一并审查，未来的讨论才可能比较周全。好，以上愚见敬请诸位指教，谢谢。非常谢谢培伦老师。之所以会给培伦老师多一点的时间，是因为他的实务经验非常的多，而且务实。曾经是我们原民会的副主委，然后现在不管是成立原住民的学校，国小、国中，培伦老师都陪伴这些校长老师做最基层的接触。非常感谢你对于我跟这个吴丽华的版本哈的一些的不同，还有一些的点出来的困境。那事实上，钟嘉宾委员的版本在我们礼拜四要大体讨论的时候也已经进来了哈，你们可能现在没看到，所以我们现在有请钟嘉宾委员，也就他的版本已经刚刚听到了我们这么多的专家学者们哈的一些意见，也提出您的看法。我再次要谢谢钟嘉宾委员，非常感谢您对原住民的教育非常的支持，谢谢。好，谢谢主席哈。那容我因为用麦克风，我就把口罩拿下来哈。我想刚刚谢谢主席招委的说明，目前我的版本呢已经取得不复同意啊，将会在本周纳入到跟我们吴委员和高金委员另外两个版本共同在委员会里面审议。那我想大家今天的公听会呢，我特别来的是因为大家会出席的都是了解原住民学校法发展的脉络，但是别忘了很多看公听会现场转播的人，他们未必这么清楚，所以我试着用一个方法让大家来解放思考一下。来，我们看一下哈，有一个台北美国学校，这个美国学校它是用美语式的教学，它的课程呢跟我们国民中小学的课程内容不一样，它是假设你是美国人，它的历史就是教美国史，对不对？那它的老师有很多美籍的身份，那但是呢，它是具有美国籍的美国人有优先权，如果你是台湾的人呢，你必须拿不一定是美国，可是外国的护照才能入学，这是美国学校开放给在台湾的使用英语系的国家的外侨呢，他可以来使用。那我们来思考一下，这个美国学校，我的台湾的学生念完美国学校，他可以转到国民学校去。我在国民学校国小、国中，我会到美国学校去。我美国学校高中十二年级毕业之后，我可不可以用同等学历来申请入台湾的大学？还是我只能去申请美国的大学？美国学校的学历谁承认？他在具有双重国籍的台湾的学生，他在不同的学校之间转衔，美国学校的老师他可不可以到其他学校去任教？还有这个美国学校是根据什么法来设的？是根据私立学校法，还是他具有什么样的性质？好，当我们把美国学校丢进来的时候，大家可以思考，那我们来想象，来，我们的原住民族学校它是实验学校吗？它是森林小学吗？这些是依照私立学校法，由私人新学根据实验教育的内容，不受国民教育的课纲课程跟师资的规定。但是我们需要的原住民族学校是这样的吗？还是它应该是就是国民学校，是由国家来办理？它就像说原住民同胞就像在我们台湾一样，中华民国境内是国中之国，原住民的小孩子他可以去类似像到一个特殊的学校去接受特别老师使用特定的语言，有他专有的课程跟课纲内容，去完成他所必要的准备。就像现在美国的侨民在台湾，他的孩子进了美国学校是为了衔接他未来后续这个国家国民所应该具备的智能。好，那往下看。所以呢，原住民族学校很重要的两个东西，一个是他有自己专属的课程课纲，第二个他要有自己专属的师资。不然你想想看，随便国民中小学的老师可以到美国学校去任教吗？美国学校的课程课纲要 follow 我们中华民国的课程内容吗？好，那我们来思考这个问题。好，
来，所以我们要谈到原住民族教育法当中，它对于原住民族学生所受的教育，它是一种特殊化的教育。在上一届的时候，我是用 X-Men 来形容。 X-Men 这个电影大家看过，这些天赋异禀的孩子在一般的学校甚至会被霸凌啊，虽然他有特殊的能力。所以呢，创立了一个 X-Men 学校，让这些天赋异禀的孩子，他在这里面有他自己的选择权，有他自己对教育的自主权。这是目前我们政策条文第10条当中所写的固定的内容。我用 X-Men 的学校来做一个差异化的本质，就应该有差异化的教育来满足。往下看，所以我们原住民族学生他所教育管道，在我们原住民族教育法通过之后，他可以到一般的国民学校去。但是呢，在一般的国民学校当中，会有民族教师施予他跟一般国民学生不一样的教育内涵。但是他也需要一个像 X-Men 的学校这样，让他能够专门的去从他族群本位的文化去学习。当然，我们原教法当中也容许私人新学以实验教育的精神来提供给原住民学生这样的内容。好，往下看。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原住民族教法跟原住民学校它的关联是什么？国民学校是要求全，我们原住民族教育法适用的对象是全体学生跟国民，每一个中华民国国民，包括老师、学生、一般公民，他应该要认知台湾的原住民，这就是原住民教育的内容之一。那他的学校设置比照现行，他的老师有一般的国民学校老师，加上未来要设置的族语民族教师，他使用的语言当然是以现行的官方国语，他是要贯彻国家的教育权。但是我们看到民族学校，他是以原生为主，但不以原生为限，而且你是原住民学生，你不一定要到原住民学校来，你也可以到国民学校去，尊重你的选择权。它所的内涵是我们的民族，原住民他各该族的民族的知识体系，按照各族的传统分布地区去设校，他的老师以原师为主，但也不以原师为限。他坐落的地区以坐落该地区的族语为主，但他的使用语言也不以那个族语为限。重点是他要满足是民族的学习权，所以这里面包括未来要一个原住民族的知识研究体系，要有原住民族的师培系统。往下看，所以我们原住民族学校法大概会规范这两者之间什么？第一，它的内涵，它有独立的学制，学校以各族群的语言为一定比例的教学语言，它要传承原住民的文化知识跟价值体系，课纲教材要专职机构来负责。但是呢，同样的道理，它的学校这两者学校之间，一般学校可以转型为原住民族学校。现在很多地方政府各级政府办有一些用实验教育的内容来办特色小学，那这些学校有没有可能成为原住民学校？又或者未来原住民学校可不可以变成一般的学校？老师可不可以在这两个学校之间流通？学生可不可以在两个学校之间转型？然后它的组织，这里面很特别的，刚刚讲到了民族会议，然后使用语言也不再赘述。然后呢，它的人员，校长、老师跟学生都应该跟该原住民的族语的使用能力息息相关。我再提醒大家，用美国学校来思考就很像了。往下看。好，所以各委员的版本大概是这样。刚刚高进委员的版本大概着眼在今天两位次长、副主委在主管机关，吴委员的也有一个是原民会，啊，一个是教育部。那我个人跟吴委员共同提的呢，我做个区隔，我把主办机关跟主管机关的差别。那另外呢，发展基金都有，只是这里面呢，我设了一个原住民学校发展中心。好，它是一个行政法人，它用的是别的经费，合并跟停办两个版本都有规定，转型这两个版本可以转型。未来它的课程纲领、课程纲要有一个发展机构，发展机构。而在这里，我另外推了一个原住民族学校发展中心设置条例，要以行政法人的方式来设置。好，我们来问的一个问题了，请问国立科学工业园区实验高级中学谁是主管机关？教育部。根据的法令是什么？实验三法之一，跟私立学校，实验三法，因为它是国家办的。主办机关是谁？主办机关科技部。所以主管机关跟主办机关是可以做差别的。有一个财政部的奖励民间投资条例，好，主管机关是财政部，但是促进民间投资参与呢，
各级政府机关都可以作为主办机关，所以我们可以去思考，当我们继续在讨论谁是 主管机关的时候，有没有一种可能，主管机关仍然维持以教育主管机关为主体，但是授予的另外一个国家机关作为主办机关来推动原住民族学校，这或许是可以在我们的两轨之间找到一个可能性。往下看，所以呢，跨机关的单位合作，你看，如果以学校的转型，一般学校跟我们原住民族要的转型，师资培育的评估机制，这个留给主管机关教育部，但是主办机关如果是原民会，他的义务就是要办理原住民族学校，他就是相关的业务机关。然后呢，未来应该再成立一个原住民学校发展中心，发展原住民族的知识体系，订定课程课纲及发展教材。当然，我们在上次的原教法当中有要求国教院要设一个原住民族的教育中心，目前就是我们蔡志伟教授在担任中心的主任。但是因为我们知道国教院它本身有它组织编制，受到政府机关总员额法的限制，他能够琢磨在原住民族的这个中心，不然太教授可以说一下，你们中心现在几个人，未来可以扩充吗？足不足以支应这样的一个系统？这都是因为受限于国教院它本身它的组织员额是受到整个行政机关的总额限制的，所以我们另辟蹊径，以一个行政法的方式来思考。往下看，所以我们希望未来原住民族发展中心有个设置条例，它就是由原民会来做监督。那么这个行政法人呢，它的经费呢，就是来自于原住民族教育法第十一条当中有明白的经费规定，它负责的业务范畴就是这些。这是未来在设置条例当中我也会提出来的版本。往下看，所以我的诉求很清楚，因应着原住民族教育法修订，原民会在2018年11月开始陆续办理了这么多场的公听会，但是诚如刚刚前面几位发言的是有点遗憾的，到目前为止原民会还是没有办法送出一套到行政院的版本，这是我们觉得是很遗憾的，还没有一个行政院版本到这里面来。但是呢，这里面他也找了教育部共同会商原住民学校的新办营运过程的机制跟分工，但是教育部到目前的态度还是说尊重由原民会来办理。在这里呢，我在星期四的主席招委主席的另外一个会议，我在这里会比较，因为行政情况比较多，我在这里比较老实不客气的说，我非常了解行政机关本位跟自我的一个范畴啊，不敢太过于积极的去网罗其他的业务。但是我必须要承认，我们必须要承认一点，今天在场有多少是原来教育部主管所设置学校的老师？我们目前国家的师培有没有教育部不在教育部掌握范围内的？如果我们要求原民会从无到有要去独自就马上长出一个师培，长出一套学校的设置的相关的管理办法，包括老师的借聘、校长的迁调，这个教育部责无旁贷。更何况未来如果能够到原住民族学校的师资，你要让它源源不绝，最大的保障就是这些到原住民学校的老师，他未来仍有机会到国民学校去担任。如果未来只能单向的由国民学校老师跳到原住民学校来任教，只能靠着热情来支撑，这样的原住民族教育，国家失去了它应有的高度跟责任。所以我在这里做了诚恳呼吁，未来我们参考刚刚那个架构，由教育部来担任主管机关，由原民会来担任主办机关，未来原住民族学校不是全台湾各族马上就雨后春笋都有一个，而是像美国学校一样，先长一个再长一个，有必要我们再多长几个，一个一个来，让原住民族的教育文化传承的复兴成为可能。谢谢。好，非常谢谢钟嘉宾委员。很简短的哈，也把他的版本还有我们各个委员的版本哈，大概做了一下比较。我招委这边先说一下，我其实不会坚持我的版本。那当然，刚刚那个林碧霞校长也担忧啊，会不会在主管机关大家一直在讨论这个事情，就不能够往前面走。那当然也包括王仰平教授也讲，其实现在教育部跟原民会有一个平台，这个平台其实在非常多的建构上面，或者是一些现在原住民实验学校的这样子上面，其实他们合作的蛮多的哈。所以其实呢，对于招委我自己的版本啊，我们只要提出能够一个把原住民主体性自主性的往前走，这是我们大家的需求跟愿望哈。继续我们请吴应华委员，谢谢。主席好，各位教育先进大家好。塞风安的美阿拉兹利亚塞代了，因为他们的美国人都没有了，我们的经验都没有了。
包括那个不挂的笔啊。我刚刚讲了一段话，我说的是，如果今天我们没有把原住民族学校法到底是什么想清楚，真的我不希望浪费了这部法，因为这将会是全世界第一部的原住民族学校法。我过去在教育界，就如同刚刚雅萍老师说的，在那个时候1998年我们有了原教法，上头写了很多有关于我们可以办自己学校这样的一个主旨。在那个同时，2001年9年一贯课程开始试行，我很清楚知道9年一贯强调的校本课程，它是一个希望100%能够去呼应各个不同族群、各个不同区域，能够以生活取材，让孩子回到教育的本质，容易懂、乐意学这样的一个目标。但是很可惜，那个时候大家的想象只有把它停留在20%的校本课程，那也没有关系。当时许多的原住民学校，我们没有把握这20%的校本课程，大家都在做阅读、做资讯，却没有想过这20%的校本课程可不可以拿来透过我们做自己的民族教育，也让孩子懂文学、懂阅读、懂资讯。所以到了2009年，我作为校长，我特别要讲这一段历史，因为我每一年在过去几乎一年有30场，至少30场的全国到处演讲，我不断的在倡议，不断的在做社会沟通。刚才钟嘉宾委员他所陈述的那些，我非常非常的高兴，因为那个几乎就是我所想象的版本。我也不断地跟我们的教育部、跟我们的原民会、跟我们的国教院阿育卫老师不断地去告诉大家我认为的原住民族的远景是什么。所以我现在要很简单的就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我开始了民族教育。今天阿浪老师在这边，比令雅布校长在这边，我们都共同地走过了这一段路。我们都知道一定第一个步骤要先让民族教育进到我们的校本课程。我们也非常的感谢教育部在这些年最终也给我们创造了民族教育师资。接下来到100年，我开始在想族语教育要怎么进来。当然我们过去做了乡土教育，但是我们需要的是民族教育。我们也推动了很多的族语教学，但是我们真正要的是什么样的一个族语教学？所以开始有了沉浸式的族语幼儿园，我们找到了一些方法。后来，我相信各位在座的每一位校长也都得过教育部的教学卓越金质奖。在103年的时候，我们拿到了很多的金质奖，这也促使大家开始正视，原来所谓的原住民族教育没有那么可怕，原来它可以回到教育的本质，可以让我们的孩子学得更好，不再让我们跟主流社会有所谓的学习落差。于是我开始成立了原住民族课程发展中心。那个时候我要非常感谢当时的屏东县政府副县长钟嘉宾副县长，他全力促成这件事情。因为我认为第三阶段我们要开始走入所谓的学校100%的族群本位校本课程。这条路走了几年，我觉得我们也差不多了，因为我们也看到了一些成果。我们也有所谓的教育部支持的新校园运动，补助了很多的经费，让我们现在的一般校园也能够长出我们想要的民族校园的样子。于是第四阶段，真正的民族学校可以来了吗？
原住民重点学校就是原住民族学校吗？原住民族实验学校就是民族学校吗？我想这个疑问在大家的耳里，但是我在今天我要特别的告诉大家，我最在乎的一点就是原住民族学校它之所以一定要存在，是因为它有别于我们目前在一般学校所做不到的。我们每一个人都很清楚知道，即便我们的民族教育做得再好，我们的沉浸式族语环境建制得再好，我们的校本课程做得再好，各位都不要忘记，我们没有办法让我们族群的语言存续。那个原因是在于什么？因为我们没有那样的师资，我们只要没有那样的师资，学校没有那样的环境，我们永远都不可能去创造出一个能够存续语言的学校跟学生。这个是原住民族学校必须存在的原因，它很特别的原因。因此在这个学校，我们必须要能够有足够的会族语的一般师资，我们除了需要教育部能够为我们慢慢慢慢的培育出来，我们也需要在我们目前一般学校教育现场，不论是原住民实验学校或重点学校，如果他有一定的族语能力，具有生活语言教学语言的族语能力，我们都希望他未来能够进入到我们所谓的原住民族学校，包括我们的记忆人才，包括我们的耆老。我们需要创造的是一个从校长到所有教职员工都能够具备一定族语能力的这样的师资。我们需要创造这样的一部法，来创造这样的一个学校，因为有一天我们才有办法看到孩子们走出校园回到家庭，孩子们从学校毕业出来，他是一个能够讲族语的孩子。所以我常常称这个计划叫做族语的母语的诺亚方舟保种计划，我们必须要有这样的学校。所以如果我们在这个法条里面，我们没有办法去框列，去框架出这样的一个支撑，我想这个学校法没有它存在的必要。因为我们在一般学校，我们依然可以做得很好，我们可以透过我们的努力，依然可以把孩子的文化能力继续的来补充。所以我想今天很短的时间，我在这个地方还是要回到我们一开始所讲的，我们从一开始讲，我们要还给孩子一个属于他的课程，我们有一个梦，我们要培育具备什么样族群灵魂的孩子，这些话我们已经讲了很多年。我觉得还缺的最后一块拼图就是语言这件事情。所以今天在这里这么短的时间，我还是不断的要强调这一部法非常重要的精神有两个。第一个就是我们具备师资族语一定能力的师资，我们需要一个具备一定族语能力的一般师资。第二个就是未来我们必须要有自己的课纲，我们要建构一个原住民的知识系统，它发展出来的课程教材教科书，我们必须在这个法里面，我们要建构出这样的一个中心来完备这些事情。那我相信这样的学校不必然多，因为我们在等待师资的充裕，但是我可以确定的是，未来每一个族群一定会一间一间逐步的扩充这样的学校，这样的学校在台湾它会被纪念，因为它让我们族群的语言得以延续，并且让他们成为一个能够返本开心，能够在这个世界上很骄傲的这样的一个原住民族。所以呢，我在这边借用这样的时间，再一次的恳切的来让大家明白我的心志。那我相信做原住民族教育一定要记得，我们没有方法，黑暗就是我们的方法。我们的知识来自于我们的心，我们的记忆来自我们的血，我们要听的声音是来自土地的声音。祝福大家，谢谢。
好，谢谢吴立华委员，也恭喜吴立华委员从第一线进入到立法委员，尤其他是我们民进党执政党的委员，所以这个法能不能够在教育文化委员会三读通过，其实钟嘉宾委员还有吴立华委员，其实你们两个非常非常的重要哈。好，我们先给他休息五分钟，然后呢回来再继续我们的公听会，好不好？谢谢。
我们请在场的不管是公部门也好，专家学者们也好，我们是不是马上就位？我们要继续我们的公听会。好，那么在我还没有邀请我们这个阿浪校长之前，在场也来了一位我们阿美族的立法委员。那在原教法的修订过程，他的确是占了非常重要的位置，因为呢，他的行政经验还有他的法律上的见解，其实呢，在每一次立法院我们的一些讨论的以及辩论的部分呢，他提供了非常多的专业的素养。我们欢迎郑天才委员。好，郑天才委员，我们也给你时间来发言。然后郑天才委员这个发言结束之后，我们请这个阿浪校长哈，来对于他现在所面对到的问题还有他的心路历程跟大家分享，谢谢。赵伟哈，还有我们吴委员，还有我们教育部，还有这个研民会，还有中央相关的部会啊，各位校长啊，教授，各位专家学者老师，大家平安。这个原住民族教育法，这个87年呢，这个制定之前呢，我因为正好在台湾省政府原住民行政局服务，所以也参与了这个原住民族教育法的一个制定草案的过程。当了立法委员之后，这个非常谢谢高金委员哈，这个在原住民族教育法的修正过程当中啊，因为经过20年之后的一个大修啊，锲而不舍的在这个行政院的版本还没有送到立法院之前呢，我们在这个教育文化委员会啊，就召开了很多次的一个审查哈。甚至有一些过程哈，这个我就不多说了哈。那在原住民族教育法这一次的草案里面，也特别再次的明定原住民族学校而且要以法律定之。要谢谢研民会很快的也委托这个蔡志伟教授等相关的团队，这个来草拟原住民族学校法的一个草案，也召开了分期的一个座谈哈，来听取各界的意见郑天才斯拉嘎照都给予肯定哈。那这次审查这个原住民族学校法之前今天召开这个公听会非常的重要，能够再次的这个听取我们原住民族各界的意见，因为这个是会列入这个记录了哈。这个是跟在地方的一个听取意见是不太一样的哈，所以这个非常非常的重要在这边这个我相信大家所提的意见都可以作为我们这个教育文化委员会或者是院审查的时候，朝野协商的时候可以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意见当然在这个过程的当中，我还是要祈勉这个原住民族委员会，既然之前已经做了超前部署但是这个法案还没有送来我这个还是要加紧来协调这个行政院以及相关的部会尤其是政务委员的一个主审这个非常重要过去我当这个常务副主委的时候常常要去拜托政务委员什么时候你有空政务委员你什么时候有空一定要做这样的一个，因为政务委员也很忙行政院的政务委员也很忙他要审查，他要
安排各部会相关他要所负责的，也是需要时间的哈。所以作为这个常务委员的前辈哈，我是前辈哈，是特别要勤勉中副主委哈，这个要三不五时哈，就要去拜托这个政务委员啊，来赶快那个完成审查。当然各部会也希望能够给予支持。行政的版本会相对的重要，因为这个整个学校的法，这个原住民族学校法律要通过可能很容易，但是的相关的未来的建制啊才是一个根本啊，无论是从中央人民会或者是教育部的行政这个组织的一个调整，怎么样将这个原住民族教育的这个组织啊，而现在是这个以教育部的来讲啊，只是一个国教署，然后的一个科啊，甚至科头还不完整啊，所以这样的一个，所以人民会到底未来到底这个既然作为原住民族学校法的一个主管机关啊，教文处是不是足以承担啊？还是要怎么样去有一个附属的机关啊，这个都是需要人事行政总处啊行政院啊的给予支持。当然这个预算经费的编列啊是可以持续这争取的，但是这个体制的建立啊，那个是需要特别的来努力啊。到了地方政府，在这个县市政府啊也是一样啊，这涉及到地方制度法啊，所以种种的，所以在这个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啊，行政院版本是相当的重要，所以在这边特别来感谢我们所有的专家学者啊，今天给提供非常宝贵的意见，也请勉我们所有的行政机关啊能够给予最大的支持。因为原住民族自治到目前可能很难，还看不到这个前景。学校的自治、教育的自治啊，这我们来优先啊，来去实施。好，在这边特别的奇妙，谢谢大家，谢谢。好，非常谢谢郑天才委员，谢谢，我们一起努力哈。好，继续我们请阿浪校长。阿浪校长结束了之后呢，我们就请陈淑芳主任。好，谢谢。好，亲爱的赵伟，还有长官，还有各位教育界同仁，各位贵宾，大家好。再跟很多阿浪巴拉维，大家一下都宝山的鲁伦。我刚介绍是我的家族的部落来自于桃园区高雄市桃园区宝山。那通常我们在介绍我们自己的时候，都要知道自己是来自哪一个部落。那今天来到这个地方，其实要做的是一种生命经验的回忆。如果不是因为生命经验原住民学校法，它其实不需要去设置这个办法。那因为我们有共同的生命经验回忆，说，我们需要找到自己成为生命主人这件事情，我才能够做有意义、有思考的原住民。那原住民要能够思考，他才能知道在这个社会做如何的价值的判断。那我们知道平庸的邪恶汉纳尔兰，他说过生命的时间有三种，一个叫做劳动的时间，一个是工作的时间，一个是行动价值的时间。那劳动的时间就是指动物每天就是吃做它的生存的需求，工作的时间就是每天上班八小时。那行动价值的时间是因为你想改变你的生命环境、生命处境，你要做一个价值的突破，行动找到你生命的方法，不至于让你在人生的过程当中没有意义的存在着。那对我来说，我今年大概是从事教育工作已经29年，还剩下6年有可能就退休。那办理实验教育大概是105年到现在，那我99年担任校长，到现在已经进入10年的阶段，所以所剩时间其实不太多了。那今天非常高兴，就是委员这边几位委员提出的原住民学校法，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刚刚回到就是生命经验这件事情，我们做原住民教育其实没有经验的，大家都在怕，它就是来自于自己没有信心。
信心不是来自于你曾经做过什么，你觉得这个方向是对的。作为一个人，这是很重要一件事情。当我们做原住民实验教育，其实前面没有案例，只有一些的想法，那就是从做当中开始去努力的累积一些经验，原来是有路的。因为我们相信着这样作为一个原住民族，有想法有做法，在这个社会当中展现自己的自信，在这个社会当中可以贡献它的价值。所以原住民学校法对我们来说，它是我们成为行动最重要的支持的保护伞，可以让我们可以稳定的走下去。所以一定要先去行动，然后透过法令的弹性支持我们如何走下去，这是很重要的。所以结论解两个原则，就是时间的急迫性跟制度的弹性。时间的急迫性是因为如果今天再不做的话，语言的流失其实更快，现在做都来不及。那现在的时间就是能够掌握时间，能够让我们继续做。那针对制度的弹性的部分，我们有几个想法。组织的部分其实就是我刚刚讲的，就看行政部门，如果你觉得相信这是要做的，不管是在教育部或是原民会，这应该可以立即启动。不管是先行有一个办公室的委员会来招专责机构来做，或者是教育部或者是原会可以成立这样的平台。那未来建构制度化有经验之后，要属于原民会或是教育部来做，我觉得这件事情可以在做中学。所以整个实践的概念反而是原住民学校法需要累积经验的部分。那第二个部分有关于人的部分，师资的部分。如果这个学校是全新的原住民族学校的师资的部分，那就要重新招聘。如果第二个定位是要转型的，这两个做法完全不太一样。那每个族群的师资的能不能支持讲足语的条件，可能每个族群他自己去检讨，他是不是有这样的师资去做这件事情。相对的，我们就会讨论到说，那现在如果没有一个试行的办法，做中学的师资在现场做培育的话，等到法令通过其实都来不及。所以他急原住民学校法的概念是立刻通过，立刻执行，从做中学去滚动，找到属于原住民的完整的图像跟面貌，才是更重要的事，而不是等到法令通过才来做。那105学年最早是吴立伟先做的这部分的太武国小，然后也激发了我们往这个方向去走。那这个过程当中，也感谢高金立委让巴南花整个从国小改制到国中，未来的高中。所以这一块其实是因为大家有着相信的信念，一步一步走过来，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这件事情不是等着有法令才去做这件事情。所以师资的部分可能马上就要去执行。二来，假设回到108课纲的概念的话，课程的横向的统整跟一贯性的衔接的人才培育，教师任用条例是否要解构，而不是只有国小的担任国小的，国中的担任国中的，高中的担任高中的。其实他两个没有可以流动的教学，其实对于老师的任用其实是有问题。在我们实验学校就出现了，有一批老师是很有经验的，可是新进的老师他没有这个经验，他是国中老师，他不见得能够有这样的信念跟理念，他需要透过3年涵养的时间才知道说，哦，原来他的信念是要这么做的。所以他整个原住民学校法它是属于世界的价值，重新解构原本法令上的用语跟操作上实作上可以做的方式。所以在师资上必须要有一种做中学的概念，或者是3年的涵养的过程，而且它属于现场的做中学，绝对不会是大学师资养成的机构就能够涵养出属于那个环境的老师需要老师的需求。那第二个就是学生的需求，我是认为如果这个价值是没有对象性，应该是不用限定对象，只要他相信这个价值是普世的价值，那原住民学校的定位它就不是只是定位在原住民学校，而是普世人类共同命运的重要的一个价值。好，那在课程上，哎，我还有时间。在课程上的设计，我觉得大家已经被自己的那个设计的方法给限制住了，而是说它是可以跨课的设计，通过一个共同的主题去设计有关于台湾族的、布农族的或者是泰雅族的，他们有自己的生命主题的范畴，让各科老师去做共同的设计。那这需不需要时间？需要。它需不需要研究？需要。可是这从哪里做？一定是现场做，绝对不是空中楼阁，在各大学院校或者在哪里，它一定是现场做，因为它要跟它的土地在一起，才能够形成它的教材。那有关于咨询指导的部分，大学老师就可以在这个地方可以共同的讨论，那就让大学跟现场的老师能够一起整并。那课纲的部分，我觉得一开始可以做对比的
对比的阶段，后来慢慢找出属于成熟型的原住民的知识体系。我觉得它需要时间，因为大家对文化这件事情其实还有很多讨论的空间，到底它是日常还是过去的部分。好 OK， 那最后的结论是说，我希望有两个概念，一个就是示范先行，让现在有一些学校已经在执行的部分能够让他们开始累积了一些经验，那这个法令通过让他们去做，等到成熟的时候，这示范的阶段就可以告一个段落。我觉得可以让现在可行的去操作，未来成熟的部分能够接轨，那这原住民学校法就会找到自己属于台湾这块土地重要的教育改革重要的里程碑。以上，谢谢。好，非常谢谢阿浪校长，谢谢您分享您的经验。其实我自己有一个自己比较私人的想法，就是目前的实验小学如何往上涨，其实是很重要的，而且我们也要负责任的，所以可能未来会先从你们现在已经长出来的我们开始来做，我的个人是认为这样啊。那继续我们请这个陈淑芳主任，陈淑芳主任分享结束之后呢，我们就请简新盈教授，谢谢。招委郑委员、吴委员，还有在座很多的那个先进校长们，还有那个在我们原住民教育上深耕的各位的前辈大家上午应该现在是早安午安。好，那我是台东大学幼儿教育学系的系主任陈淑芳，那在台东工作也23年了。好，那从我进到台东之后开始，那个接触了我们的这个非常充沛的原住民的文化之以来，我一直都深受原住民的文化的涵养，然后一直觉得自己的生命越来越丰富。那因为有这样的机缘呢，我也在我们的这个台东地区呢一直在很关注我们原住民的孩子的成长的历程。那我今天能够贡献的大概就是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关于幼儿教育这一块。那在我们很乐见这个我们的原住民学校法的这一个这个推动哈，那在这一个法规里面，我们看到提到了幼儿阶段哈，最主要是在第6条哈。那整个第6条谈了一下，两个版本不太一样哈，但是基本上都是已经有关注到说学前阶段其实也是原住民教育一个很重要的阶段。但是呢，我很遗憾的呢，觉得我们整个的原住民族教育法对不起，学校法哈，对于我们的学前阶段，也就是从出生0岁到6岁的这一个教育，让我们的孩子喝文化的奶水，让我们的孩子的这一个语言可以他的母语真正从一出生开始的这一个着力似乎还是不足。那现在整个世界的国际的趋势，对于原住民族如何保有自己珍贵的这一个文化跟语言的这一个资产事实上也都是非常的重视。0到3岁、3到6岁这一块孩子在语言、在性格、在心智上面的养成，所以我一个期待就是是不是可以再把学前教育纳入思考。虽然在我们现在国家目前的学校体制里面，学前教育是非义务教育，可是在我们应该说我们文化跟语言的这个迫切的需要下，我们不能够再放任0到6岁的孩子让他自己长，家长依照他的机缘来照顾哈。我们必须要更积极有力的提供比较有体制化、比较有那个支持的体系哈。所以我其实还蛮同意第6条里面提到的，就是说我们衔接那个原来既有的体制，但是呢，在这个原住民族学校法里面呢，把那个附设幼儿园的这一个弹性放进来，还有就是甚至我很期待能够把0到2岁的这一个学前的托婴主语，就是我们讲的那个语言槽，0到2岁的宝宝他在这个我们整个原住民族的学校里面呢，他就应该是可以一起融进来的。大胆的，我们的原住民孩子的成长是从0岁开始的，那这是我第一个期盼哈。那第二个部分就是关于师资培育哈，因为我们学校呢也很幸
幸运的经过了三四年的努力之后，我们设立了全国第一所教育类科的原住民专班。那现在呢，我们也经过跟教育部还有委员们那个高金委员的那个协助哈，我们跟那个教育部做了沟通之后，现在他也同意我们的这个班就是一个师培班。所以呢，我们的原住民专班的这一群学生，他在高中毕业，他具有足语的初级、中级以上语言的这个级数越好，他当然优先入学的机会越高。还有就是说，他在整个的大学的课程里面，他有20个学分以上的这个关于足语跟文化的必修课程。所以呢，我们这一个班的学生虽然是跟我们的一般班的学生同时在同样的一个大学里面学习，但是他们呢被赋予更高的使命，他们要为我们的原住民族的幼儿教育那个扎根，好，做很大的努力。那谈到我们的这里的师培的时候，我是想要提到的，就是说那个困境的问题。因为如果假如说我们现在委请一般的大学来办理这一个原住民族学校的师资培育啊，那我们从我们大学端来看，的确会发现我们能够衔接的能量跟我们能够后面支撑我们的部落的力量跟族群的力量其实还是不太够的。那但是它有一个好处，就是说因为在既有的师资培育的体系下，我们怎么样去转化跟怎么样去把那个我们的原住民的这个文化知识体系能够转化到我们的师资培育课程里面来。因为有这一个专班的存在，我们有机会去重新思考师资培育的课程。那我们会期待说，将来的这一个原住民族学校的老师的培育，如果除了那个设立了原住民族学校的师资培育中心之外，那如何去规划跟如何去支持一般的师培大学能够有专设的这个专设的一个系统，去得到部落，得到那个我们的原民会跟我们的这一个族群的力量，来让这一个师资培育可以做得更坚强哈。那我觉得这个弹性跟这一个那个支持是需要的。那第三部分是谈到我尤其特别的肯定关于学生评量这一块。因为我们在谈到学生的整个学习的成就，就会发现说我们的孩子很多自信心不足，是因为我们用主流化的评鉴方式在评定我们的孩子，所以我们的孩子呢对自己的能力其实是非常没有信心的。那我们的这个两个版本里面都有提到学生的这个学习成就评量的这一块，那我觉得这一块非常重要，甚至要更加强，用我们自己文化适合的评量系统来评价我们的学生，然后再把我们的学生的成果能够帮助到他下一步的一个学习的路径哈。那最后呢，我要提到的就是说，这整个办法对于部落的社区跟那个部落的家长所给予的弹性参与的空间，我觉得还是蛮遵循原有的架构，就是只有一个家长委员会哈。那事实上这个是不足的。那以我参访澳洲啦，参访夏威夷还有美国的一些实例，我们发现部落跟学校跟家长可以在我们的学校法里面再增多一些强度哈。以上报告，谢谢。好，非常谢谢我们的厨房教授，谢谢您的分享。好，继续我们请简新盈教授，然后钟文官就是徐副教授，您待会准备，谢谢。主席以及在场的各位新进，大家好，我是台东大学幼教系简新盈。那刚才系主任陈淑芳陈主任所说的，我们这样延续下来，那语言是萌发，我们知道它是萌发我们民族文化生活的起始点，实际上也是生殖点哈。那目前呢，我们知道在实施那个主语的部分哈，在幼儿园我们采取的比较多的是沉浸式的，可是到了那个怎么样呢？国民中小学的时候好像就没有了。那我们也知道说，我们的小孩到了那个主流语言的学校的时候，他不到半年，我的研究里面告诉我了，他不到半年的时候，原住民族的我们的那个小孩的那个语言，他的词汇还有他的语法的能力就剥落殆尽哈，我用剥落殆尽这4个字来形容哈。那因此呢，我希望说，这一个
个，因为那个法里面好像只有提到了是在幼儿园里面实施的沉浸式的一个主语，我希望说它能够延伸到我们的国民中小学去。然后呢，不是那个语言的传授不是晶晶体的方式，而是能够是怎样，还全主语全的沉浸式的在里头。好，那我想说很多的研究都告诉我们它的一个有效性。好，那为了这样，我曾经有一个发想，是否有可能我们的为了整个的语言的一个延续下去的时候，我们是否有可能在我们的孩子他基测的考试的时候，升学考试的时候，他有选择他自己主语的语言来应试，他应该有这样的一个选择权，这样的一个权利。那 我想这个部分也是延续刚才那个学习评量的改进，是这个部分往上的话是不是也可以做一个调整，除了加分之外。好，那另外第二点呢，就是有关于呢学校的一个组织，除了参照我们国民教育法的第十条之外，我建议学校能够有住校的一个社工人员，透过学校的服务照顾我们学生之外，他能够借着这一个学校其上一个文化的一个基地。好，那我们看到了我们大武国中，他连续四年零中辍，这个让我很感动。学校老师校长，校长就是当地的那个什么的人，然后这样子一直延续下来。那但是里面还有很多的社会的福利，我们希望说真的有一个住校的社工人员能够落实到服务我们的部落，照顾他们的一些的福利这样子。那第三点，我们要落实我们的师资的部分。我们看到我们的师资培育法第十四条有关于那个公费生的问题，我真的是需要再重新的去检视这个公费生的精神跟它的一个意义。我们有发现到我们在那个都会区非常繁华的幼儿园里面也有公费生进来，那我就搞不清楚了，我们的公费生到底用意在哪里。我曾经极力的呼吁说我们的体育的国手这个部分很需要有公费生愿意去培育。我们常常听到有时候我们的国手甚至得了奖回来之后，过几年之后，也许过五年的时候，他竟然在怎么样摆地摊，这是让我们非常的难过。我们很希望说好好的再来检视一下我们公费生的精神跟意义，它是不是能够符合我们国家政策，尤其我们需要的主语文化传承的这一个原住民的民族的一个语言的一个师资，也许可以在第十四条增列一款，或者是另外在第现在二十五条后面在第二十六条里面重新的再去定定我们原住民族的师资的培育的一些的详细的规定，它的资格以及它的员额，或是它的审查。好，这是以上我的浅薄的意见，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好，非常谢谢简信英教授，谢谢您分享。好，继续我们请中文官执行长，谢谢。然后中文官结束了之后，我们请徐荣春马库斯校长，谢谢。还有我每个赛季高金委员阿杜委员，你们大家无力话都不用我沙里嘎嘎西方抓爱的米巴罗阿泰都比那那么努阿瓦努米达啊嘛啊校长的比朱拉兰然后跟他们去西乌拉高公安马哥啊我说了很难好我沙巴来来都斯拉阿万当阿萨伊德鲁德斯努巴尼亚罗阿努米达啊那哈呢。所以对我们现在的原住民文化的延续其实有一个非常强大的指标上的意义因为足以流利的在生活上能够自由的应用能进行当今的甚至是未来的这些议题的思考跟辩论都代表着是这个社会的文化的持续朝着未来去发展那甚至是不断的与时俱进的创造台湾的多元文化的价值这个不是只有原住民内部的事情那所以语言振兴跟足以能够好好的活着，不仅能够代表台湾营造了多元文化的社会，更重要的是我们能够培养孩子的自信跟自豪的来源那两位委员的版本里面其实都提到一个同一个事情，就是那就是自己的语言作为教学的语言这件事情那前面几个专家
学者也有提到这个的重要性哦，因为它在确保的是我们的语言跟文化能够持续的传承跟延续哦。那原住民的语言发展法跟国家语言发展法，它都称原住民族语言是国家的语言哦。但看似原住民的语言在台湾已经获得了平等的对待，哦，可是啊，事实上华语其实在过去半个世纪以来啊，已经建立了他们的霸权的地位哦，就像我们今天，我只能用一简短的主语来跟大家说明我今天要说的东西，可是我必须要使用非常长的中文来跟大家讲我要表达的事情哦。那我们不能因为说已经是国家的语言，就认为说主语可以好好的活下去哦。这因为如果不是特别的提供原住民语言沉浸式的学习的环境哦，那原住民的语言只不过是在减缓它死亡的进程。那我们扪心自问，好好检讨一下过去我们的一些语言振兴的一些做法哦。我们做了非常多努力的工作，在学校、在部落社区也做了非常多的课程。那过去可是我们发现一个事实哦，就是多数的做法哦，可能存在着语言不连续的问题。哦，那也造成了这个社会语言脱节的现象哈。我们给孩子有接触语言的机会，但是我们没有办法让他们成为流利或是精通这个语言的人。我们全部都可以有机会去参加主语认证，可是要达到主语精通，甚至是我们接下来的师资的要求，其实是很困难的。那这个其实是跟我们的主语振兴的目标，要增加主语使用的成员这样的一个目标，其实是相左的。所以我们必须正视的是原住民学校法是否能够真正落实沉浸式教育的问题。哦，我们环顾世界上原住民族语振兴的典范的国家，比如说像夏威夷或是纽西兰，他们都是南岛语的国家哦。那在过去的40年来，他们都采取了沉浸式的教育来救他们的语言哦。那经过40年之后呢，不仅成功的挽救了他们的语言，也让他们的语言在濒危之后呢，成为具备现代性跟未来性的语言。好，那是一个能够被期待的未来的语言，不是只是能够谈论过去的事情哦。那在这两个国家所谓的原住民学校呢，指的其实就是族语沉浸式的学校。好，比如说像夏威夷的0到5岁的学前加 K-12的沉浸式的教育，纽西兰的0到5岁的孔阿高雷欧就是语言草，还有库拉卡帕帕的沉浸式的小学，巴雷库拉沉浸式中学，或者瓦纳纳毛利大学，他们都称为原住民学校，因为他们都在推沉浸式的教育哦。他们也为了他们的边缘语言提供了一种连续性的语言学习的环境，那也就是推动落实的语言社会化的场域。如果我们缺乏了语言社会化的场域，我们在怎么努力推语言的教育的工作，它只不过就是一种不连续的片段。那我们要达到那种流利的，甚至是精通这个语言的下一代，其实会有很大的限制哦。因此，我认为在本法在原住民学校的定义上面，应该开宗明义就很清楚的，就是说这个法其实就是在落实原住民语言沉浸式的教育的体系哦，包括接下来的课程师资人员的聘任跟评鉴，都必须回应到沉浸式教育应该要的需求哦。那其实比如说像校长师资或是未来的培育的最高的要求，应该要到高级以上。好，那我们才有办法回应说它是一个沉浸式的学校。如果老师本身没有，其实高级已经算是一个最低的要求了，因为中级到中高级，其实那个级距是差别很大的，我们自己都很清楚，那个级距是要能够成为学校的老师用主语进行教学是很困难的，因为更何况你要用这个语言进行思辨，好，所以我们对它的要求应该要更高哦。那我相信现场的很多的先进都知道，我们现在正在筹备一个阿美族语的沉浸式学校。那这个阿美族语的沉浸式学校叫做萨格拉当套的学校哦。不过我们在过去3-4年的发展的过程中，一直受到法源的限制哦。那当然，这个法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法，这个法可以作为这个沉浸式学校的设立的一个很重要的法源哦。不过另外一个部分是，我们要等师培之后，才可以有足以流利的师资进入到原住民学校的现场。其实是会有很大的困难，会拖过时效性哦，因为我认为这个问题会拖过原住民学校设立的最好时机，因为现在部落流离的人其实差不多在60-70岁以上的，那这些会是未来这个学校重大的最重要的资源的来源哦。那我
我认为原住民学校应该要建立一种超前部署的一种做法哦。现在的第一线的师资里面有许多其实有具备非常好的教学经验，然后同时他们也有流利的族语，然后同时对自己的文化的素养有一定的能力哦。我们只要将这些老师哦依据他们的意愿借聘到同一个学校哦，这个原住民学校就可以开展了。它速度其实很快就可以变成一个我们可以依循的，接下来的师培的工作，我们到底要怎么进行师培？去大学端的课程要怎么设计？它其实所有的经验应该要从这种学校里面开始去出发，因为我们很清楚我们会需要什么样的一个老师哦。所以在可是现在的问题就是在跨县借聘啊，或者在筹备课程设计的阶段的时候，要借调老师这些事情，目前其实是没有法源的。目前只有谁有法源？只有教育部有法源，只有县市政府的教育局处有法源，他们可以借调老师。可是如果原住民要自己推动教育这件事情的话，他其实是缺乏法源了。所以我认为就是说，我们应该要考量到这种超前部署的做法，就是依据原住民的教育的需求设计商界教师的做法，而且不受偏远地区的教师的限制。另外一个是也不受各县市政府借调教师的总额，因为这个总额里面有大部分不是来处理原住民教育的工作了。原住民教育应该要把它另外独立出来哦。所以只要原住民族能够超前部署的学校被设立哦，我认为未来的师资的培育的参考点其实就出现了。然后再来就是这教师的实习的场域其实也很快就能够提供哦。那我认为原住民族的教育啊是一个机会，不是一个问题。我们过去一直把它当问题，我们要去解决问题。我们并没有认为说原住民的学校是一个不仅是台湾原住民的机会，而且是台湾整体所有学生选择的机会哦。所以以上简单的意见就提供给大家参考。阿拉有个别的原住民吗？好嘞。好，非常谢谢钟执行长，谢谢师父。继续呢，我们有请徐荣春校长马库斯校长。目前马库斯校长呢，他们应该算是全台湾比较特殊的哈，他们跟五峰乡的五峰国小以及三家尖石乡的国小已经变成是一个整体的推动实验小学，接着他们国中也接上去，高中大学几乎都已经有签下了意向的合同。我们请马库斯校长，谢谢。好，谢谢主持人，还有在座的各位教育先进。那我来自新竹县尖石乡，好，那拉鲁马古阿马克苏院明嘎混沙古嘎浪斯拉，好，那我想在这边分几点来跟大家来分享我的看法。好，那第一点是，我个人是第一次在一个正式的会议当中，听到我们教育部最高的长官很怎么讲，很谦卑的尊重我们自己原住民族委员会的地位。好，那其实我来之前我们在新竹县在基层的教育的一些服务的一些机会，我们常常听到就是比方说原民处或者是就是在直接其实应该跟原住民族文化有关的一些业务单位，第一时间只要碰到是跟教育有关都说不是他的专业，然后都希望原住民族的教育应该是教育处教育处长啊教育处去管理这些事情。那但是我从小在部落长大，我一直有一个想法，就是说为什么很多要主管教育或者跟教育有关的一定是就是很大的教育部去管，然后我们自己心里面的父母比方说是我们的原民会啊没有办法管。好，那我自己就觉得很怎么讲，很纳闷。好，那因为我从小在部落长大，我觉得原住民的文化或原住民的知识体系其实跟我们现在主流社会的知识体系其实没有所谓的高下。好，那但是应该更懂这个原住民知识体系的包括原民会或者是原民处应该要更多的关注跟更多的有主导性。好，那所以我非常感谢就是我们教育部的政策，在第一时间我看到他的书面资料，就是尊重就是希望是由原民会来主导。那大家听了以后大概也就知道我自己心里面的心声，大家都会去谈说到底是要原民会
来主导这件事，还是要所谓的主管机关到底是圆明会还是教育部？那我个人心里面的声音是希望是圆明会。好，那为什么呢？因为在基层的单位，我们常常会发现一件事情，就是教育部或者是我们地方主管的那个教育处，他们在面对原住民族教育的时候，虽然很有心，但是呢，因为他们要同时主管很多其他的业务，所以在原住民族的教育对他们来讲，可能会跟友善校园，可能会跟交通安全，可能会跟一些其他的自然科学教育是划同等一样的地位。好，那可是我自己觉得，我们自己原住民族教育的地位应该要超越这些所谓的交通安全、所谓的友善校园，可是，在基层上呢，常常会觉得，不容易。好，那所以我第一个心声是希望是圆明会可以，可以就是我们圆明会的长官可以把这件事情，放到就是圆明会里面的业务里面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好，当然，刚才因为之前没有拿到钟嘉宾委员的那个就是资料，那我们看了这个手上的这个一本厚厚的，就是有同时有我们高金委员、吴委员，还有钟委员，还有圆明会的一些版本。那我知道在现实的，就是在立法的过程当中，可能会有一些折冲，到最后有可能，因为坦白讲，就是目前执政党是我们的民进党嘛，对不对？所以有可能在最后在折冲之下，有可能会倾向就是有可能像钟委员这样子的，就是同时又是有主管机关，又是有主办机关，我觉得这个是我个人认为这是最后不得已的状况，就是因为要就是大家很怕就是全部交给圆明会，然后圆明会没有人力去做，然后所以又要有主管又要有主办，那有可能到最后有可能是这样。那我觉得也不是不行，那但是我还是希望圆明会在送出这个就是草案的时候，可以再多为原住民的主体性再多琢磨一些。好，那当然如果说了哈，我现在翻到这里面，如果说是不管是圆明会的版本，或者是就是吉瓦斯委员的版本，如果是要从原住民的主体性去看的话，那里面其实各个版本其实里面有一些在就是在语义上的脉络，可能还是要逐条去讨论哈。那因为时间不够，那我就没有办法逐条去讲我的意见。不过我讲有几个比较重要的，如果是吉瓦斯委员跟圆明会目前的版本的话，在第四页就是既然是圆明会是主导或主体，那后面有讲到就是像第三条哈，本法之主管机关在中央为原住民族委员会，并依相关教育法律之规定，兼受教育部之指导哈。那我想，那指导看是不是可以稍微改一下，因为指导我们又把自己就是变得比较低哈。那是不是用兼受教育之的咨询啊，或者是一些就是一些会商的机制哈？那我想可以做一些这样的一个那个字样的一些调整。好，然后再来是特别是在有关那个学第五条哈，有第六页，原住民族学校应设原住民族学校监督或者是监管类似这样子的一个委员会。好，那在圆明会的版本里面，监管委员会作为校务治理之决策组织，我想这个字眼看能不能稍微修正一下哈，因为当然他要决定预算，要决定重大人事哈，然后那但是如果用作为校务治理之决策组织这一句话的话，那就会让校长或者是所谓的校务委员校务会议的功能就会受到很大的限制。好，那我想说看是不是可以改成作为校务重大方向之辅导与咨询，一些这样子的一些字眼。好，那我想会比较让校长或者是让校务会议会有更大的弹性。好，那其他的部分我想我就先看后面的一些那个会议的当中一些逐条的一些意见，我可以再提供。好，谢谢。
好，非常谢谢马库校长。那今天如果说大家对于条文有更细节的意见的话，你们其实可以提供书面资料，好吧？好好，继续我们请第十一位屏东县原住民族课程发展中心的陈美玲主任。美玲主任呢，其实也有非常的有经验哈，对于这个课程发展，尤其是排湾族的课程发展，目前已经进阶到了卢凯族吧，应该没有问题。应该是卢凯族在做了，对吗？好，陈美玲主任结束了之后，我们请曾友清校长准备，谢谢。就这边嘛，本来点地张金啊，嘛是也阿刚啊，就阿布是不准入个排湾族啊，早早。啥都做啊，嘛了哇，今那了哇，加伊那加伊那都不都不难。嘛这今那嘛不是嘛了嘛了嘛的嘟噜嘟噜啊，怎么张里进得来做加个国啊那排湾？是啊，不拿了哇，拿了哇，大家啊，国家加总统哎，做加不不容易也开不成的进。你们都知道是嘛，把张得来做加个国啊啊排湾。所以做啊百万，你嘛在以台湾那样进呐，啊，你进呐出入那哇，啊，你们都做啊什么不正啊那叫西湖啊，阿文做叫西尔瓦，啥阿文都做啊，爱做叫，那都突然都做啊，啊，马连多啊，啊，马尔瓦进达芝麻，不问进的来做浙江，嘛不什么马拉不得来做，这不一的叫加兰。各位长官，各位教育先进啊，谢谢大家哈啊，你们愿意听我来自屏东排湾族啊，用我的排湾族语，我的母语来跟大家问候。我叫美玲啊，我姓陈，我是排湾族人哈。那目前是屏东课程发展中心的主任，那目前是在目前是储备校长，那。我们屏东呢，要跟各位特别分享的就是，我们感谢我们的县长，还有我们现场的吴立伟哈，还有我们的众嘉宾委员，还有我们历任的教育局处长，有他们的支持，所以我们屏东县呢，有了我们全台第一个原住民族课程发展中心。那这个课程发展中心很重要的一个发起人就是我们的吴立伟。如果不是吴立伟，我们原住民在屏东没有被看见的一天。也因为吴立伟的努力，他的坚持，给我们原住民的孩子属于他的课程，让我们的孩子透由民族属于他熟悉的课程找到回家的途径。那这个回家呢，其实有很多的意义。第一个，透过民族主体性，他找到学习的一个认定自我的一个方位，也就是他从熟悉的教材里面，他找到他熟悉的元素，找到他熟悉的图腾，找到他熟悉的文化，所以他的学习成效是可以提升的。第二个，孩子从教科书里面呢，他看到他的文化是编在跟一般的学校国语、数学、自然、英语是同等的时候，我们的孩子其实是一种对文化自信是一个非常正向的一个提升。其实我们万万没有想到说，我们很多的教育先进，他们愿意投入他们的教育专业，甚至牺牲许多的时间，为的就是促成我们的孩子能够拥有自己本位的教科书。所以我们屏东县政府呢，我们目前已经完成建制编辑我们排湾族一年级到六年级的所有本位教材。那我们甚至呢，我们有一所蒂摩尔国小，它也是从一年级到六年级，它是全年级使用这套教材。那它使用这套教材，它同时荣获我们教育部108年阅读凡是奖的绩优学校，甚至在新校园运动，它也拿到第一绩优，获得500万奖金这样的一个殊荣。所以其实如果我们排湾族，如果我们原住民拥有自己本位的教科书，其实对我们孩子的学习成效，甚至对学校校务的提升，其实它是一个非常正向的一个主力哈。那目前我们
我们排湾组的那个教科书呢，已经排湾组部分已经进入到全数编辑完毕，那现在进入到我们如何再做一个滚动，哦，因为我们试用之后呢，必须要进入到滚动这样的一个阶段，哦，滚动之后我们现在又在再版，那接下来呢，我们也是也考虑到我们县内也有第二个族群，就是我们的卢凯族，所以我们现在大概在八月以前，我们会把卢凯族国语、数学、英语哈。英语因为在第一集它我们课纲没有规定，所以我们就是列为补充教材哈。那我们预计是在八月以前，我们会把卢凯族低年级的教科书也会出版哈。那所以其实对今天这样的一个原住民学校法，对我们原住民在教育的里程碑是一个极大鼓舞的力量。那这个是我们目前屏东县所推动的一个教材。那当然我们也感谢钟嘉宾委员，他是一个非原住民的一个对我们原民教育很有负担的一个学者，所以我们也很感谢他在这段路陪着我们走哈。好，这是我们屏东县目前编辑这个教材的一个进程跟各位报告。那如果说各县市你们有需要我们提供这样的一个本位教材，其实欢迎大家，我们会愿意分享给大家哈，这是在那个教材的部分，所以可能针对我们原住民学校法呢，我会建议我们各地区一定要建立各族的原住民族课程发展中心，然后制定自己的课纲，然后针对我们各族群你该有的知识体系，你要去研发编辑属于我们各地区各族的一个教材，让我们的孩子能够从教材去定位自己的学习，定位自己的族群，定位自己的认同。我就觉得，所以我们一定要从课程发展中心，我们先立即着手我们的教材的部分。好，那接下来这是比较属于我自己主语讲的那么好，是要归功于我的家庭教育。那我自己的孩子今年要读政治大学，他18岁。他已经是我们排湾族，在他年龄层唯一可以流利的说我们的排湾族语。其实刚刚那个钟教授他讲的很对哈，原住民的孩子在语言流失这方面，其实大家没办法想象那个速度之快。所以我们原住民学校法其实最重要是一定要有高级以上的校长族语认证，而且要有一口流利族语的那个老师们以族语来传授我们各科的教学。好，这是以上的分享，谢谢大家。非常谢谢我们的主任，你刚谢谢那么多人都没有谢谢志明呢，我们教育部还有谢谢原民会呢，教文处呢，很多的经费其实都是从这边下去你们屏东县政府的呢，而且我也一直等待你要谢谢我呢，因为卢凯族我跟周嘉宾我一下去还一直在帮你们处理呢，没有开玩笑啦。好，继续我们请这一位曾友清校长，谢谢。继续曾永庆校长结束了之后，因为我们有两位没有来哈，所以我们就最后就请新竹市议会林慈爱议员，谢谢。好，两位也马布拉啊，第二个人第不格林安啊是吴春是拉万啊，干嘛是阿高？大家好，我是曾永庆哈，我的身份哈，我是现在在我的部落推展。民主实验教育的现职校长，然后我是部落会议的主席，所以我对这个原住民族学校的法，原住民族学校法哈，有一些我的看法，就教育大家哈，教育是发展个人的潜能哈，然后形塑公民的社会价值。那如果说我们这个原住民族学校法的主体以学生来讲，那我们这个原住民族学校法的精神跟价值，就是要让我们原住民的学生成为更好的自己，啊，所以
原住民族学校法应该展现原住民族社会自主、自觉跟自治的蓝图，哈，这个是我们原住民族学校法的最高的指导原则了，哈。那从刚刚听到很多学者、专家、很多长辈、哈前辈的关于这个学校法的讨论，哈，我觉得其实大家的症结点都同样都是一个点，哈，就是。现实实际的执行面还是要坚持信念及这个法案的价值，所以这个部分是一个很难找到平衡点的，看是我们要抓住的是我们那个信念，我们那个对这个法的对原住民族教育主体性的坚持来做考量。那当然最后还是需要我们各立法院的立委，哈，因为你们是专业的立法委员，所以你们在做这些法案的立法过程如何来做实践，或者是如何可以执行，这个是你们比较可以掌握的，所以最后还是需要各位立委的专业的这个执行，哈，立法。那我今天的报告也分三个大方向，一个是我们如何来展现原住民族社会的自主自治自觉的这个自治蓝图，对于这个原住民族学校法。那第二个我要说的是原住民族学校的定义是什么，因为这个关系到原住民族教育的本质是什么。那这个法的信念是什么？它的核心价值是什么？我是觉得这个法，我们是要抓住这个部分，我们的方向才会确立。好，那最后一个我就要大概要讲的就是原住民族学校法的师资跟课程。我们都知道师资这个部分是最大的问题，因为我们没有这么大的师资容量。我们也没有那么多的这样的一个条件资格的师资，但是这个法我们还是建立这个法。那这师资的扩充，这个可以用国家的资源、国家的一些政策、一些制度的资源来实践，哈。那我这边有几个我的看法。第一个是原住民族学校法是政府肯认原住民族的教育主体性，然后我觉得我们的这个法要体现族群主流化的新教育价值，我觉得这个是我们这个法的一个很重要的精神，哈。那第二个我要说的是原住民族学校一定是要以原住民族的各族语言为一定比例的教学语言，并且要制定原住民族学校学生语言优势的升学优待机制，哈，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原住民族学校可以让这个我们的原住民族的语言落实附振跟传承的一个法案，哈。好，那大家也都一直都有提到这个原住民族族群的民族议会啊、部落会议，这些民族组织都要进入这个学校来，不管是辅导或者是咨询或者是监督这个原住民族学校，都有它存在的必要，哈。好，那另外我要再讲。接下来我要讲的是原住民族学校的定义。好，原住民族学校的定义我们会多琢磨在主管机关是哪个单位，好，这个部分。那当然这个是它有各自的一个优势，或者是它的价值，哈。但是我这边要说的是，哈，原住民族学校的学校法的架构要适度的跳脱一般国民教育法的框架，创建松绑
新法新格局，哦，我们这样才不会再被既有的国民教育法的框架来套住，哦，好，最后是那个师资的部分，哦，我们的师资，哦，自从原住民族教育在学校被重视或者是有它的场域之后，部落很多的耆老会到学校当老师，部落都好为人师，哦，好多人，但是我觉得还是要专业来主导这个地方啊，哦，专业来主导这个地方。那因为我们这个原住民族学校法的这个要禁用的老师会有比较多，那我们的禁用的管道会有三种。第一个是专任教师，啊，专任教师就是一般现职的教师。第二个是兼任教师，那第三个是协同教师。所谓的协同教师，这个就是需要我们部落我们原住民族学校法来制定要怎么禁用这些有足以认证资格有文化特专长的这些人士来进到学校。好，那最后很多学校的部落的组织，哦，可以进到课程里面，比如说少年所啦，啊，或者是阿美族的年龄组织啊，或者是台湾族的青年会啊，或是巴拉冠啊，这些都可以进入我们的课程的协制的架构里面来讨论，这样比较能够符合我们原住民族学校的一个制度啦，哈。那最后还是希望说，我们要说的是，我们原住民学校法建立之后，原住民学校要还是要建立原住民族学校学生的这个民族本位化的学历测验，我们这样才能够掌握学生的竞争力。好，那最后我要说的是，我们原住民族学校法是以独立的学制，哦，回应原住民族教育法的精神跟价值，找回原住民族教育的主体性，让我们的原住民学生成为更好的台湾族、阿美族、布农族等等各个族群。好，以上的报告，谢谢大家。那苏露优，谢谢曾校长。继续，我们请我们的新竹市议会林慈爱议员。议员是阿密斯。哦，好，台东的哈，哦，台东的，所以在我们的新竹当议员哦，很厉害，算是都会区的呢哈。好，是，谢谢。我们主席高金立委，还有我们的所有长官们，我们原民会的长官以及教育部的长官，还有我们各位校长以及许多的专家学者们。刚刚我们高金委员说我是非常厉害，在从台东跑到这个新竹，那因为在新竹是结婚生子落地生根啦，所以我的孩子是原汉双族语的孩子。那因为我本身会说一点族语，也懂一点文化，所以我可以教自己的孩子。但是呢，现在很多年轻的爸妈呢不会讲族语，也不懂文化，所以那这个原住民族的学校设立是非常重要的，那我在这边针对这个我们都会区呢，这个原住民的学生其实是相对的非常的分散，很难设立这个所谓的以民族为单位的学校哦。所以能不能说在这个法规中定这个原住民族班，用班的这个来设立，然后比照原住民族学校的授课方式还有他的学制规划，那当然设立在一般的学校当中啦。我分享一下我们这个新竹市哦，新竹市是一个小而美的城市，它是一个出生率高的一个城市。那我们原住民族人口数是在4300位，那这个4300位当中包含着14族，所以我们的族群非常的多元，16族包含14族。那我们的学生国小、国中到高中呢，学生数大概1200位，所以我们这个算有1/3是学生数，你看我们的出生率多高。那我们新竹市目前呢，其实我来这里，我相信我们委员他们这个草案呢，我觉得非常的棒。我也没有什么可以走所要指点的地方啊。那我在这边是要针对我们新竹市的问题哦。那么新竹市的问题是在于这个目前我们族语老师的匮乏。
我们很多学校学生想要想要学习这个主语，找不到主语老师。我们常常讲，没有学不会的孩子，只有不会教的老师。我们现在连不会教的老师都找不到，真的很惨。这个部分，其实我在我们议会跟我们市政府也讨论了很多，也跟我们教育处讨论了很久。的确，我们这个师资匮乏不止一年，这几年来都是这个样子。或许一个学校会有一到两位的孩子想要学主语，但是我们云教法告诉我们，只要一个孩子想学主语，学校就必须要配合。我们教育处就一定要找到老师来让这个孩子来学习主语哦。那这个是我认为是我们在这个都会区哦，尤其是非六都当中，常常碰到这个主语老师匮乏的问题。所以在这边呢，我在这边请我们高级委员帮我们一个忙。其实我只是针对这个主语老师的部分，从新竹跑来这里，其实我是第一个就到现场的，我8点就到了。但是我跟那个我们的人员讲说，来这边的都是专家学者。其实我在校长面前，在各位教授面前，跟副教授的这个当中呢，其实我比较像学生。所以我来这里只针对我们新竹市这样的一个非常应该算严重吧，因为我们原住民没有文字，只有语言，所以我觉得这个语言这个东西真的非常的重要。是否针对这个我们非六都跟那个都会区这样的一个问题来说，其实是一个非常当务之急的一件事。所以在这边再恳请我们委员再帮忙，慈爱所恳托的这一件事，谢谢大家。好，非常谢谢议员辛苦了哈。好，继续我来补充介绍一下，我们现场也有教育文化委员会的委员范云委员，非常欢迎。范云委员要不要跟大家？不用吗？好，我想今天的公听会哈，不管是各部会或者是与会专家都已经结束了，我们大家的发言，请问一下那个中央部会有没有想要回应的部分或补充的部分？次长有吗？还是原民会？好，我们先请原民会好了，好不好？我们刚刚听到了这么多第一线的校长老师们或者是学者专家们那个提供的一些他们的看法，来，我们请原民会的钟副座也回应一下，谢谢。是，谢谢委员，在这里还是要谢谢教育委员会召开这一次的公听会，听了很多各位先进的一些意见。那实际上就正如我今天的报告，在去年原住民族教育法明定了必须要设民族学校的时候，我们很快的时间也召开县市原民局跟教育局还有相关学者专家，针对这个草案的部分希望能够研明。所以我们最初委托专家学者的版本，当然在整个分工上我们还是以把原民会当作主管机关，因为当时对于整个民族教育来讲，原民会当然是责无旁贷。那当然在整个几次的公听会咨询会议还有包括座谈的时候，也有相当多的学者专家也认为这样的一个民族教育的工作实际上是蛮庞杂的，不管是师资、学生、课程还有整个机制，我想这是全球首创的法案。所以我们很希望就是透过这一次的公听会，我想我们会把各位所提的很多的意见，我们会把它做一个整理。那我们会尽速的把我们现行的草案的部分也做一个完善的一个调整跟修正。那当然这个中间我们也很希望能够再跟相关的部会还有专家学者更进一步的讨论哈。那希望能够很快的时间把这个法案能够送到行政院，然后报到立法院。以上的说明，你能不能跟在场的大家哈说明一下，现在这个林万益是政委嘛，对不对？520过后他还是政委吗？不知道，所以目前已经在哪里了？这个进度稍微讲一下，稍微讲，因为你只有跟我们说5月13号你们又邀请了专家学者，还有教育部又开会了嘛。好，很显然就是我礼拜四我就要排审啦。那钟嘉宾委员的版本、吴立华委员的版本，还有我的版本都进来了，所以你能不能就是以你现在自诩为已经是主管机关了，能不能告诉我们的大家，现在是我要等你们的版本，还是我礼拜四就可以逐条了？
我先尊重你一下。我想在这里跟委员报告，当时我们排5月13号也的确是巧合啊，因为我们事后才知道今天要排公听会，那我们约定13号的开会是早在更早的一两个礼拜以前就已经通知相关的学者专家跟部会哈，那当然教育部我们是比较晚通知啊，因为当时看到版本不一样的时候，我们就临时邀请教育部一起参与来做一个讨论。那因为这个法案的部分，我们希望能够再重新整理。那按照我们的期程，我们很希望能够在是不是可以7月份完成整个讨论，然后可以做一个报行政院这样的一个规划。好，所以你的意思说你7月份才能够报行政院，是，然后行政院在讨论了以后再把它送出来，是这样的意思吗？那你这个版本是针对我们三位委员的版本讨论了，还是你们自己，还是有你们的意见？因为已经有现有三位委员的版本了，当然我们还会尊重三个版本。不过我们因为起初我们在委托的那个草拟的版本里面哈，我们也会根据今天的一些报告哈来做一个调整。那当然现在目前也要涉及到相关人事权序跟教育部等同整的主管机关，所以我们还是会主导整个会议的讨论。好，谢谢。好，继续，教育部有没有一些要补充说明？我们请次长。高兴张委，还有吴委员，还有钟委员，还有范委员哈，还有在座的参与公听会的各位学者专家哈。那今天呢，一个上午啊，非常高兴哈，也非常谢谢我们高兴张委哈，特别召开今天的原住民族学校法的一个公听会哈。那也感谢各位委员呢，那么来出席。那另外呢，包含的高兴张委，还有吴委员，还有知道我们钟委员呢，也有一个版本哈。那么针对大家原住民族学校法的一个草案的一个关心哈，教育部能够一起来聆听，也感到非常的一个高兴哈。那我想从今天的这个公听会啊，那与会的出席的学者专家以及校长以及各单位的一个代表呢，那么的一个发言呢，也可以让我们了解到大家对于原住民族教育的大家都非常的一个重视哈。那原住民族教育的部分呢，在我们学校体制里面包含的实验三法以及高中职的这种实验教育以及这个原住民专班或者是等等的这些的一个教育，那过去呢推动了也有相当的一个成果哈。那今天呢能够把这个原住民族学校法最后一块的拼图啊，能够把它这个完成，我想对于整个建立原住民族的这样子一个教育体系呢，我想是非常有这样子的一个前瞻以及有这样子的一个远景哈。那教育部呢也会呢那么会同呢我们原民会哈，那么针对大家今天所提供的一个宝贵的这个意见尤其刚刚大家也都是提到的哈，包含了这个原住民教学校法呢，应该有它的一个核心的一个价值，尤其呢针对民族的一个主体性啊，那么来尊重这个差异的需求，也同时呢兼顾这个文化的传承啊。那另外呢也针对配合面对未来的一个社会啊，那创造未来一个发展，那另外呢也能够兼及到目前的一个理想跟务实的一个平衡等等这些非常宝贵的一个意见哈。那我刚刚大家的发言里面哈，也都有尽量的能够把它记录下来哈。那我想教育部的部分，我们也会来配合原民会啊，那么从这个法规制度课程师资培育等的面向的部分，一起呢来研定这个原住民族的学校化。那未来这个主管的一个机关呢如果是原民会了或者是当然或者是有什么样子的一些的这样子的一个考量，我想教育部一定呢会来支持呢这个原民会大家一起呢把大家所关心的原住民教育的部分不管是在经费啦、制度各方面，大家一起来让我们的原住民的这样一个主体性，让原住民的这样子的一个教育能够呢更能够符合大家的期待。我想这个部分教育部会尽教育部的努力跟大家一起来合作。以上说明，谢谢。好，非常谢谢次长。我相信在场的大家，我们听到次长这样的回应，大家会放心了哈。可是呢也跟大家报告一下，因为实务是如此，如果呢我们也希望教育部跟原民会你们极力跟院长
争取一下，就是如刚刚次长所告诉大家的原住民的这个急迫性需求性以及他的在法上的制度，其实呢是非常需要的哈。那因为我们还有其他的部会了，像全序人事主计这三个，其实是未来我们要这个把学校法把它完成很重要的其他三个部会，所以其实今天请他们来，请问一下有没有了解我们的明白？好，我们先来请人事。好，你简短的说明一下，因为我相信在场的大家哈，我们大家都清楚知道，我们看到了教育部的立场，看到原民会的立场，也听到了我们几个立法委员在这边的大声的疾呼，所以我们很希望就是呢，中央部会还有其他部会，就是我们说的人事、全序、主计。这个部分希望你们也来支持好不好？来，请简短说明你们的看法。主席好，我们各位委员好，那我们各位机关代表好，那我们各位学者专家好，那大家好好。那个刚才陈龙刚才教育部跟那个原民会的那个说明啊，就有关这个原住民族这个学校法这个那个行政版本哦，因为之前在政委员审查的时候哦，还没有确定呢哦，那所以说这部分的话，我们有关这个组织的部分哦，我们人事总处会还有以及有关人事机构这部分，我们人事总处会配合来研议。好，以上简单报告，谢谢。好，所以也就是说林万益政委给你们开的一些协调会，你们听到了，所以你们说如果说是院里面是支持这个政策的话，人事总处你们会支持，是我们是配合那个原民会跟那个教育部来演绎。好，非常谢谢。好，谢谢大家，好像放下了心里一块石头了哈。全序部呢，陈贵春专门委员，非常谢谢。继续还有预算哈，钱也很重要哈。好，待会我们请预算的这个翁燕雪视察。主席好，各位委员先进大家好。那部里头对于这一次的那个原住民学校法的相关的那个公听会还有审查会，部里都是充分尊重的。那其中的针对一些少数的条文里面涉及到关制关规事项的部分呢，我们会在就是在审查会逐条讨论的时候再提供相关的意见，谢谢。好，非常谢谢陈贵春专门委员。那继续我们来请主计总处翁检任视察，让他们发言哈，是要让大家知道到底这三个很重要部会清不清楚知道这件事哈。周伟还有各位在场的委员，还有各位那个先进，大家好。首先哦，我今天就是听了大家各位校长、专家、学者的这番话哦，就刚委员周伟一直在讲说，到底有没有了解你们的明白？其实我很感动一点，就是今天看到在场各位针对这个原住民的小朋友的这个教育这么用心呐、啊。因为我自己本身是闽南人，那我自己就有一个感想，想说，哎，奇怪，那我们怎么好像没有针对我们的闽南语，特别去做一些那个特殊的教育的那种规划。那我有一个很深的感想，就是像我的家里也是讲闽南话，但是呢到了我们的侄子辈呢，因为我有四个侄子侄女，我们很自然的就会用国语去跟他讲话。所以其实大家都在谈说，哎，怎么样在学校里面做那种沉浸式的教学，但是我一直觉得母语这个东西其实在家庭更重要，就是怎么样能够让我们自己愿意用母语去跟小朋友，去跟我们的晚辈交谈，可能会是更重要的。不然学校教了很多，但是回到家里还是很自然的就转化成国语来谈论的话，好像这样子对母语的教学还是会打折扣了。那另外我就是这样听下来，其实我发现今天受邀的都是花莲啊、新竹、台东，就比较属于那个偏乡原乡的学校的校长。那我跟那个新竹市的议员有相同的感想，就是那都会原住民呢，
我们今天好像一直都就是发现这些实验小学其实都是设在原乡，但是都会原住民呢，现在其实都会原住民的比例非常高，那怎么样子能够让他们也能够受到原住民的教育，但是又不会被都，就是因为他们毕竟在都会区，就怕会有一些排挤的。所以我是觉得我这样听下来，我会感觉针对都会原住民这一块的设计好像比较少一点。那至于说以我主计总处的立场，当然我们会支持协助教育部跟那个原民会能够在预算法还有财政纪律法这些相关的法规的规定下能够顺利来推动这个新制，这是我个人的见解，谢谢。好，非常谢谢我们的翁燕雪检任视察，我们也听到了，会有全力配合哈。所以你看，在场的校长、主任、老师们，你们感动了他啊。好，我想呢，今天已经现在是12:21了哈，我在这边就简短的跟大家报告一下，礼拜四呢，我就会来排审学校法。那在今天所有在场的朋友或者是不在场的我们的专家学者或者是透过电视了解的，你们有一些对于我们的条文有一些建议啊，我们都非常的乐意。那么在我们礼拜四排审之前呢，也能够给我们提供意见。第二件事情就是呢，依据立法院职权行使法第58条规定，委员会应于公听会终结后的10天内，我们依照出席者所提供的正反意见提出公听会的报告，送交本院全体委员以及出席者的第59条的规定，公听会的报告作为审查该特定议案的参考。那么今天我们所有是有录影录音，那么因为在我们的立法院的录影录音管理规则，在场的大家是不可以拿到这个录影录音的，但是有一个就是可以授权给我，还有就是我们会把各位的发言意见所有的书面资料呢，我们会综合归纳，把它编成册送交本院全体委员会还有所有出席的与会贵宾，我们也会请公报处提供今天全程的录影带给召委我。所以也就是说，在场的大家，你们如果想要拿到这些录影档或录音档的话，你们可以跟我来联系好吗？好，非常谢谢大家辛苦了。我希望一直以来我们不断的呐喊，大声的告诉这个政府我们的存在，而我们也非常的努力，非常的认真，也让社会大众，也让这个政府知道我们是可以的，我们也有这个需要。所以因此我们希望今天我们踏上历史的一步，让我们的下一代，让我们的祖灵很清楚知道我们已经在做了。也希望在这一个会期，行政院原民会麻烦一下哈，刚刚郑天才委员已经跟你们说了，追着林万亿这个政委，希望我们的行政院版能够送出来。但是如果行政院版不送出来的话，在教育文化委员会的召委是有权力排审的哈。所以也希望你说7月份了哈，那7月份我可能已经放暑假了在立法院，也希望下个会期我可以连任召委好不好？如果没有办法连任召委的话，那我们只好请求这个民进党的委员或者是国民党的委员的召委能够帮我们来排了，希望大家能够用各自的力量，可以吗？好，谢谢，麻烦，辛苦了。